而家香港有一样嘢好缺乏嘅，叫 common sense。如果政府政策咧，时时都系用一啲好迂回、折曲、指鹿为马、偷换概念嘅方式嚟讲咧，就大家梗系唔明白啦。呢个系政府嘅责任，唔可以话你唔明噶啦，好复杂噶，咁就唔讲啦，系咪？大家好 ，Hello，Hello， 系点解我唔明今日迟咗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迟咗啊！今日系2017年嘅7月3日，我系阿 John Sam 啊 ，Billy。咁啊，点解迟咗？其实我都唔知点解迟咗。哦，食饭食迟咗，系嘛？食饭食迟咗，咁又要帮人要帮人买外卖，因为系。跟住个 setting 又有好多问题出现啦。系啦，唉，诸事不顺咁啊，好似。唔系嘅，唔系咩？办法总比困难多，困难总比办法多嘛？系嘛？唔系一个办法总比困难多系啱嘅，但系困难就接踵而嚟咯。所以现实都系困难总比办法好嘅。唉，咁样，诶，我哋头先讲咗要讲咩先嘅？讲咗点解我哋要用 caption 先？啊，系讲咗呢个 caption 先。今集我哋嘅题目系打倒共产党啊！哇，其实我哋都好耐冇讲啦，好耐冇讲过，好耐冇讲，好耐冇提过嘛。因为好现实嘅有时啲嘢系嘛，打倒共产党呢个可以话系一个，即系你唔会话我依家就要去打倒共产党咁，然后过两日你会打完翻嚟噶嘛？唔系，总有人会问你，咁你点打倒啊？啊，系啦，要露根啊，要露根，要露根，系。一个嘅除咗系 you know 根之外啦，亦都系话喂，即系人哋吓咁大国家，你过到你行你上到广州先讲啦，深圳都去唔到啊，深圳都过唔到啦，咁啊，唔系你深圳过好过去深圳都容易嘅，你行到你啊，咪得喺翻唔到你，翻唔到你嘛，系嘛啊，咁一定会有啲人咁讲，慢慢又好似会觉得，哎，又开始好多一啲嘅。其他唔同嘅嘢啦，啊啲古灵精怪嘅事情啦，闹交啊嗰啲，系闹交啊，系啊，咁啊，令到好似大家一个，你连叫呢个口号嘅意志都冇咗，啊，即系譬如我哋以前我哋香港一个最出名嘅一个嗌呢个口号嘅组织就系支联会啦，系咪喺十几年前，系嘛，佢嗌呢个打倒共产党，有冇嗌佢？一定有，一定有。印象中系有嘅，一定有，系啦，喺过去嘅历史入面一定有嗌过吓，仲好大声添。我印象中，我印象中啊吓，咁啊，当呢一句说话嗌到街知巷闻吓，嗌到街知巷闻嘅时候，诶，突然之间出现咗有一班人，咁佢又会同你讲话，哎呀，港梦啊，啊，港梦啊，我哋要本土民主反共咁，类似咁样啦。咁嘅时候，诶，一有人激过佢咧，佢就缩啦。即系呢啲系同一般嘅我哋香港所理解嘅一般反对派嘅做法，亦都好近似啦，系嘛？有人激过佢，点啊？缩咯，吓缩咯。咁因为斗激佢唔够你嚟噶嘛，系嘛？咁佢咪缩一缩先咯，吓咁。你又激果龙喎，咁你又搞唔掂喎，都唔系叫激果龙系嘛？又搞唔掂，唔系咁起码窝祸咗啦。啊 ，OK， 而家呢一刻系啦，即系由社民年代开始吓，经历过几次嘅窝祸啦。我觉得嗰阵时就唔叫窝祸，而今次真系好窝祸。今次好窝祸，好窝祸，系啊，今都系嘅。今次嗰个窝祸嗰个味道真系好浓啊！我又唔可以講到點解咧？就我又唔覺得話真係個窩火嘅味道係。唔係，即係我講，即係我哋又講即係講白啲啦。講呢個先啊！我哋講翻定係講翻呢個啊？你講啦，唔緊要啦，照講啦。咁我哋講我哋 caption 啊嘛。即係我點解我覺得咧？就因為其實我哋三個咧都係跟隨呢個擁抱呢黃毓民路線噶嘛。係係嘛？咁啊，但係今次就好明顯，其實你見到佢。即系黄毓民都有啲，我觉得有啲已经系点讲，有啲走样啊，杀红了眼啊，有少少我觉得。走样好啲啦，走样啦，冇咁理智咯，走样啦，系有走样。即系以前都话系因为都系因为即系以前都即系你可以讲系理念唔同啦，都可以系咁讲啊。咁但系今次就讲唔通咯，系根本就系。他们自己里面的
内斗、私怨，同根本就同自己理念无关嘅。即系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嘅，即系叫做都几次啦、嗯、大型嘅叫做本土抗争啦，吓、嗯、嘅、啊、时候，诶、嗯。你又會覺得，唉，嗰件事嗱，因為我想講嘅就係，譬如你話打倒共產黨，其實我相信喺香港有超過六成嘅人係唔會反對噶嘛呢件事。嗯，哇，你咁有自信？唔係，因為佢我覺得阿 John 講得啱嘅，打倒共產黨佢哋想嘅，但係佢哋唔會做咯。共產黨倒台係冇人希望噶嘛，即係我覺得香港有六成啦。啊、即系你从过去嘅选举得出嚟嘅呢个结果系咪？即系呢个其实文，其实对于其实我即系六四回归，即系我觉得咧，有其实你话如果共产党倒台咧，你有啲可能建制，即系而家建制佢哋都开心噶。系啊，系啊，即系只不过佢哋换过个模式存在啫嘛。咁、嗯、啊，对佢嚟讲其实冇影响噶。你对民建联嚟讲，系有系啊，你共产党倒唔倒台有咩问题啫？即系除非系直情你喂屌，其实嗱我讲时讲，成个中国冧鸠咗都唔关你事啦。其实即系对民建联嚟讲，对香港嚟讲都可能只系有一个阵痛咯。你话系啊，嚟讲其实影响唔大，系啊，不嬲都系咁样噶啦。系啊，一啲中资公司执笠啫嘛，有乜所谓啫？梗有人 VP 上嚟嘅，系咯、啊啊啊，香港人个适应能力更强。地价咪平翻啲咯，而家都系俾中资炒的。系出现大量银主盘，大家可以去争啦。系啦，跟住睇英超又唔使担心落市执笠，冇错。系冇错啦。咁你经历过几次一啲大型嘅本土抗争运动之后咧，你又会觉得，哎，而好似大家都开始无所适从啊，都唔知、嗯、都唔知仲可以做啲咩好、嗯、因为好似咩都试过啊嘛，都系啊。咩都试过，咩都系唔得嘅。咁而家你搞乜嘢都比以往更加困难。系一来亦都系因为嗰、那个掌权嘅一方越嚟越离谱啦，佢、嗯、所有嘅嘢系嘛，亦同埋亦都系又话，喂，有好多嘢唔好行翻转头啦，有时，嗯，啊，有时真系唔好行翻转头啊。你会令喺我讲，咁我哋不如讲咗。跟进翻上个礼拜呢个黑紫荆，黑紫荆好啊，黑紫荆。咁啊，结果嗰晚，我记得喺星期一晚，我哋做紧节目嘅嗰阵时，系啊系啊系啊。咁啊，佢哋就进占咗，霸占咗呢个金紫荆广场啦。咁啊，攞块布蒙冚住佢啦。咁喂，其实几有创意噶呢件事本身系。即系佢哋擒入去里面，系啦，佢哋擒喺朵花入面，佢哋擒喺朵花入边、嗯，即系呢啲就真系进可攻退可守，系、嗯、嘛？跟住等啲中国游客嚟影个金紫荆嗰时就直个头出嚟，喺后面偷偷地挂个环笠，打到共产党。系啦，喺阿长毛咪 V 咯，睇、啊、你呢张相点铺啊？屌！但系其实你呢，即系你个原意当然唔系啦。咁当然啦，即系咁，但系。有亦都有佢嘅缺点噶嘛？你喺呢个金紫荆广场，嗯，如果黑警真系唔理你，嗯，哦咁啊，由你去上面擒下先，嗯，好，我哋而家摆翻个封锁线，嗯、啊，金紫荆方圆五十米，啊，不得内进、嗯，啊，由佢哋，啊，等佢哋自己乖乖落嚟，咁好简单啫，到听朝晏昼佢自己落嚟咯。好熟啊！好晒，今日都花里面。即系虽然最近就多雨啊，咁但系你落雨你死。快落雨浸咗喺里面，你死系嘛？落雨你又死，晒你又死，系、嗯、嘛？你即系如果你黑警当机立断啊，有噶啦，有噶啦，都唔系叫当机立断啊，有啲智慧啊，佢就系啦，有啲智慧啊吓。啊！拉完封锁线，五十米范围内不得内进。啊，有佢，有你占领。即系黑警个行动目标系咩啊？我要佢哋自己落翻嚟。阿尚，我走啦，尚。系咪？喂，嗱，你谂下，星期二啫嘛，我赌唔信佢挨到星期六啦。其实你唔系佢挨到星期五啦。其实咧，其实喺嗰度你去占领嗰度咧，其实有一啲错啦。吓，第一冇厕所啦。系。第二冇嘢食啦，冇钱有嘅。你要行出去啊嘛，咁如果人哋封咗，咪冇咯。系啊，可能佢又谂住搵啲航拍机运送过去，运个厕所过去。唔系，咁佢嗱，咁佢几个花瓣噶嘛，咁、啊、佢就攞其中一个花瓣做厕所。咁、啊、然后嗰啲，咁你咪可以将嗰啲入埋啲嗰啲胶樽度嘛，可以搵啲航拍机咪运翻佢，运系啦，运走咁样。咁、啊、有航拍机嘅出现的，而且个系可以帮助到好多嘢嘅。但系即系。佢只可以去到六月
最後一日咯。係啊，七月一號就唔得，因為有啲七月一號嘅官方鎖你啲航拍機。係啊，鎖你航拍機，因為依家嘅航拍機。即係我講啲新款啲，因為其實舊款嗰啲都好快已經要淘汰咗㗎啦。嚇、嗯，咁啊，依家嗰啲機咧，你尤其是你近呢一兩年買嗰啲，全部都有 GPS 功能㗎嘛。嗯。嚇、啊，咁啊，話説咧，七月一號當日咧，佢就直情就係封鎖咗你嗰啲個 GPS 個功能。係啊，所以你就直頭係官方鎖你機。係啦、啊，官方鎖你機嚇，咁啊，你連飛你想喺屋企樓下飛下都唔得。唔得。咁、啊、所以即係你結果嗰件事直都係就係、是。结果就系一个一个被抬走啦，系、嗯、咪？呢、這个金紫荆广场系咪噶？系咪一个一个被抬走？定系到尾佢哋？疑似占领咧，就唔系星期一晚就占领嘅，系应该系礼拜三日头嚟嘅。礼拜三嘅日头就呼吁啲人前往，就围住喺金紫荆喺度占领。系啊，你初时 send 俾我嘅时候，我以为有啲咩大嘅占领啦。原来跟住之后去到最后尾，原来坐咗喺金紫荆嘅下低嗰个膊度。即系都系为数几十人啦，有冇我讲多咗噶啦，讲多咗几十人，讲多咗噶啦。即系实质上有几多人我就唔知啦。总之就总之可以坐喺个膊度坐晒啦。即系本身呢一个行为，个膊都几大嘅。即系如果你就咁样讲，本身讨论呢一个占领金紫荆嘅呢个行为，我哋本身我哋赞唔赞成咯？我哋冇话赞唔赞成嘅 ，OK 啦。嗯。吓、啊、咁你即系同当初占领咗。要排入去公民廣場嘅時候一樣咯，你唔知道事態發展係點樣啊？可能又會嗱，會做啲其他嘅唔同嘅效果出嚟，都唔一定。當其時係、如果我哋講翻三年前，咁、我哋就梗係咁講啦，係咪？三年前如果你佔領咗金紫荊廣場，跟住嚟發生咩事啊？梗係估唔到啦、三年前咯、但係依家唔係三年後嘅今日。你哋咁样排咗上个金紫荆广场，你哋个结果会系点？你点会估唔到啊？老实讲，大家如果唔知道发生咩事，我可以 show 张相出嚟俾大家睇下啊，就系咁捻样占领噶啦就大家见到喺上面啦，大家见到呢个有罗冠聪啦，有阿直接力，有阿直必啦，有阿直必啦，阿谭德志啦，阿牛啦，唔系刁文牛。好撚肥嗰個牛喎！屌冇，除咗你之外，呢度冇人會記得刁文牛㗎。你老尾，真件事係啊，真跟住有阿羅冠聰啦，喺度玩緊電話，同埋呢個翹曬腳添，仲係啦，好優雅啦，坐得失貴一個立法會議員啊，係不失為一個優尊貴嘅立法會議員。冇錯冇錯，咁就呢張相就係晏晝四五點嘅時間嚟嘅，係星期三係嘛？星期三啊，我冇記錯嘅話就星期三。咁所以咪係咯，喂你喺你。做呢件事，因为我哋系喂唔系，我讲下先。你头先话个博几大，可以坐到几十人，点睇都睇唔坐唔到几十人系嘛？围住围住要逼啲都得嘅。我用民阵嘅思维讲。你说呢个？OK， 因为几多一二三，我冇错啊，系嘛？七八九十，呢度得十个喎。三上面仲有噶嘛？花粉嗰度十一个，可能有花粉上面呢两个都瞓教你唔知咧。未计个兜。咪咯，咪今日即系嗱，我怎睇个上花板上面有几个啦？呢度好清楚。咁好啦，然之后有时啲嘢就系咁样啦。好啦，你吹鸡喎，你吹鸡喎，咁譬如当我好想去咧。其实已经都嗱，以组织嚟讲咧，都算几大吹鸡啦，做众志啦、社民联啦、人民力量三大组织。系三个组织都系我哋曾经拍手叫好嘅组织嚟嘅。哎，香港众志派系，众志派。嗱，你有冇拍手？唔知，我就冇嘅。众志派，即系前身嘅学民思潮啦。似自由行啊 ，Vinny 话，咁啊，未卖雪糕，唔系自由。老实讲，我经过，有时咧，我平日经过嗰度咧，自由行都唔会擒入去噶啦。屌你老！其实咧，金紫荆广场咧，即系我都有经过个平日咧，都有试过。其实已经唔系再好多人了。系啊，冇乜人噶啦。依家一来嚟香港嘅旅行团的而且确少咗嘅，同埋你嚟嘅团咧。你更加重要嘅就係都係坤佢哋買嘢，係買嘢主要。係啊，你行呢金紫荊呢啲一陣就走啦。係啊，同埋對於中國人嚟講咧，你去呢啲景點把撚咩？中國好撚多地方都有啲咁嘅嘢啦。Helen，hello， 去同你打招呼。係你好啊 ，Helen。咁啊，因為我哋始終我哋係經歷過一個幾次嘅大規模嘅本土抗爭行動啊。係咪？咁如果我
我嗱，你当我啦，你嗱，屌你唔好理我咩取态先啦。譬如我而家我上网，屌你咩？我见到，咦，社民连吹鸡、啊，叫我嚟金紫荆广场嗰度声援、啊，好，咁我去啦，去啦，去啦，去到，去到，咁点咧？我逼入去坐啊！喂，借个少少，借个少少，都几好笑。唔系，即系我你明唔明啊？喂，有时你哋搞行动，因为你哋搞行动系 OK 得，我哋去，咁我哋去到，即系好彩我冇去啦。其实系，咁如果我去到，如果你三个去到，系啦，你三个去到咁啊，喂，快啲脚底嗰度有个位啊，我哋逼埋去坐。即好似我哋咁樣，咁樣，喂，係係坐咁樣，坐個少少，喂，又係你啊，坐埋少少，坐埋少少，你又嚟啊，你呢度仲有位啊，呢度仲打質打質打質，唔係做乜撚嘢咧？做乜咧？結果我哋就係圍喺出邊，差佬一嚟走曬，我哋就翻到屋企瞓覺啦，我哋就翻到屋企食飯啦，係啦，晚上八點半咧，就呢個示威者逐個被警方帶走，嗯，係啊。即系你明唔明啊？你历时三小时呢种嘅抗争，呢种嘅抗争嗱，呢因为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一个示范啦。嗯，就系话俾你听呢样嘢，喂，占领，喂，我哋梗系知道占领行动系一个威力喺入边啦，但系唔系咁样样占噶嘛。唔系佢遇咗小人啊嘛，你占个佢遇咗小人咪咁占咯。咁你唔好趣计啊！我唔明白你啊！你要出嗱呢、這个咪就系我哋觉得最无力嘅嗰样嘢咯。嗯系咪先嗱？喂，我哋三个就知啫，系咪？你由你话吹鸡去占领开始，你谂都谂到濑嘢啦，你唔会去啦，系咪先？喂，如果真系有啲真心、真心支持嘅，徐少华嗰啲系啦，真心徐少华先唔去啦，屌啦咁啊呢老油条，系咪先？占中十死士佢都话埋俾你听，系死士佢都可以缩晒，屌呢啲你佢会去系咪先？嗱，如果真系有啲真心支持嘅嚟到，点、啊？一嚟到，可能我真系我屌你妈放公车赶过去先，一赶到去攞埋遮咁样，就被警察抬走咗。唔系添啊，可能嗰啲一赶到去一唔系嗱，好我讲个悲哀啲嘅情况啊，赶到过去见到咦开始有警察咯，真系唔得，等我行快两步先，跑出去，我见到金紫荆广场啦，哇跑啲咦。警察开始布防咯，点算好呢？我走好唔走好呢？唔得，但我要嚟嗰度声援佢哋，啊、我要声援一个，我哋要发声，发声，系啊，发声，发声，吓、啊，冲啊！咁啊，冲冲冲冲冲冲脚，终于俾佢好似我哋头先咁啦，左边有边 ，F I B 啦，坐过少少唔该，快啲坐过少少唔该，好啦，佢话坐喺呢度，跟住嗌咩口号噶佢哋？冇，有，哎呀，有。落实真正普选，系留一句撤回人大八三一决定，落实真正普选，立即释放刘晓波。好，系啦，咁佢就嗌咯，释放刘晓波，咁样跟住就俾警察抬走。仲有、啊，喂，如果抬走一个系罗冠聪都好啲、啊，我就抬走你，然后翻到去啊，僆仔边犯噶你，换你一句，僆仔你边犯噶？我、哦、蓝田村十八座嘅，即系冇料到啦，即系冇料到啦，落差，非法集结，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左差办公啊，左差办公，差咗条，跟住佢话，哎呀，扑街啦，点算啊？吓咁啊，可能佢会揾我啦，啊，我当系咧，啊，我当佢揾我，咦，咁我想帮佢，点点啊？咁啊，边个吹鸡嘅先呢镬嘢？咁我不如我联络长毛睇下可唔可以帮到佢啦，系嘛？正路啊！啊，咁你觉得个结果会系点咧？揾义务律师帮佢咯。咁咪濑嘢噶啦，咁咪濑嘢噶啦，系嘛？喂，几咁简单？而系点解我头先可以讲出一个咁悲哀嘅状况？但系我试过，但系我觉得你呢个都系叫好啲啊。有啲可能佢即系老嘅经验好啲，即系起码我觉得你呢个都起码有做过嘢啊，系嘛？都有嗌个口号啊，即系都逼到埋佢坐，嗌到佢口号。当你如果行到去见到咁样嘅时候，你好唔好意思行入去啊？有位嘅咯，有位啊，有位嘅喎、啊，有位喎、啊，有位。先你讲个状况都系要逼埋佢啊嘛，系喎、啊，呢、這个状况系咪？是现实状况系唔使啊，你系咪？喂，佢喺边啊？大把位，大把位，系大把位。喂，仲有个朋友嚟啊？系我都明，最惨就系咁行埋埋去好咧，即系你见到好似好肉酸，系啊，好似好肉酸咁，大家都系坐喺度咧，快逼个死人样，你睇。
塊錶好似野餐咁樣嘅樣，係啦，塊錶到係擺 pose 林峰咁樣咯，大佬睇日落嚟噶。嗰時真係日落啊！係啊，日落真係日落。唔係我行埋埋去。係啦，誒，你幫我知點解佢哋坐喺度啦？坐嗰邊曬啊！曬啊！屌你西斜啊！西斜啊！西斜啊！抗爭梗要聰明抗爭㗎啦！聰明抗爭就唔去啦。唔係，但係其實又蠢嘅，應該曬住，應該買小強喎，可以有光環。唔係太曬又難影啊！同埋長袖衫咧，問啊，係喎，係咯，點解佢著長袖衫咁黐撚線嘅？咦系喎，西装褛嚟喎，西装褛嚟嘅，大佬，屌你咩料啊？真系林峰嚟，真系谂住自己六月尾啊，唔系咯，阿哥，喂阿哥，卅几度。咁啊，结果成班喺星期四嘅凌晨就俾人拉晒啦，拉七个啫，拉七个啦，即系都系，唔系即系拉晒啦，拉七个，得十个啫，得十个人。咁啊，结果就拉，咁啊拉咗一大堆啦，咁之后咁啊跟住一啲，冇村长喎。一啲佢要啊，唔系啊 ，sorry 啊，阿村长喺朵花里面，村长就喺朵花里面，系啊，唔系系村长先可以塞到入去啫，高少少都唔得，高少少都突到个头出嚟啊，一系一系远都太高，一系黄之锋，一系村长，系啦，呢个位系，咁啊呢嗱，咁啊系啦，就总之 OK 啦，拉咗几个啦 ，OK， 咁啊结果之后嗰啲又话咩咩。唔同佢落口供啊，拖佢時間啊，啊，最好似話咩？好明顯啊，就係、是、想拖到七一之後先至放佢哋啦，咁樣。咁樣又如何咧？咁樣事實上有，當然冇啦。正唔係啊，正常都咁做啦。大佬，咁啊，係咪先？黐線，你諗都諗到，喂，你諗都諗到啦。就算啦，你我唔講話咩濫濫權嗰啲咩嘢先啦。喂，我明知你。咁你今次擒上金紫荊廣場，即係擺明搞事啦，係咪先？咁你都係擺明搞事啫。嗱，我就當我善良願望，我係香港警察啦。嗱，咁你的而且確你哋擒入去又真係好唔恰當嘅。咁我拉你翻去先啦，係嘛？咁你哋都係一心都係搞事啦，係咪？嚇，一心都係搞事啦。咁我作為維護香港治安嘅一員，係嘛？运多你两日，咁你哋嘅目标都系为咗习近平啫。咁我等佢习近平走咗先放你，都好正路嘅，系咪啊？喺、哎、又断咗啊！个 live 唔系嘛？唔知道，我提埋呢度冇事啊。只要上次咪又系咁，扑街。啊，你继续讲啊！你继续先啦。你有啊？我哋有啊，我有啊，可能有啊，可能啊。唔系冇咩唔好开啦，因为呢度呢个位嘅线路真系可能有啲窄窄地，咁咪系咯。嗱，你好啦，咁跟住呢个抗争就过一段落啦，系咪？跟住到咗七月一号啊，咁我睇到新闻啦，一朝早擘大屎眼嘅时候就睇到个新闻就话社民连喺佢嘅 office 楼下俾人仆啦，吓俾人仆。又俾社民連嘅成員係咪？係啦，社民連嘅成員俾人僕啦，啲嗰啲都有啊，棺材俾人拆爛咗啦。劉小慧係佢架車，佢架車俾黑警拖走咗，就話佢個車咧就非法改裝，嚇，即係透光玻璃啊，喂，太靚啊！嗱，我覺得太靚咧，呢啲外表有時啲少少嘅嘢咧。就真系咬你唔食嘅，但你茶色玻璃你系断够梗。嗱，其实仲有一样嘅，汽车咧就 suppose 你就香港嘅，根据香港嘅法例啊，以我所知啊，香港嘅车咧你系唔可以装 DVD 机嘅，你系唔可以，你系唔可以装电视噶，即除非你系的士嗰啲卖广告嗰啲。嗱，个因系啦，嗰啲佢。装喺后座，同埋佢啲即系你，我谂都系你要申请一个牌照啦，你先能够做呢啲嘢啦。OK， 咁当然啦，中间有冇法律漏洞我唔知道。唉，屌你老尾，戴定个头盔先啦。嗰啲咩之前嗰啲的士入面有个 mon 嗰啲广告，其实有冇犯法？讲真，我真系唔知道。但系以我所知咧，你喺私家车度装呢个 DVD 机，装呢个电视机喺嗰度睇咧，的而且确系唔得嘅。因为你即系唔好讲因为啦，屌啦妈，反正我都唔系好熟嘅，总之我就知道系犯法啦。唔系，其实我又觉得你其实你净系茶色玻璃你都。其实我觉得你刘小丽啊，咩社民连啊，就算人民力量架货车都俾人话佢超重要去磅噶。
哦，系，我都系睇阿万必个Facebook 讲嘅。咁你其实你预咗，你冇睇夜晚宣传有广告咩？嗰啲美版广告嘛。你其实你预咗噶啦，你预咗佢会搞你噶啦，你其实啱噶，就系、是、因为你系刘小丽啊嘛。嗯，就系、是、因为你系刘小丽，我望住你架车，同我喺新界搵个牛屎飞嗰架非法改装嗰架 ML2。我梗系周你嗰架啦，因为你系刘小丽啊嘛。嗯、喂，大佬，你哋冇，你哋完全系冇呢个自觉噶、哦。嗯，系咪？即系你唔好话好似我依家咁样啦。喂，有啲咩尽量都唔好行差踏错啦。即系好似就算系我啊，就算我哋几个，我哋三个咁样坐喺度啊，都尽量小心，唔好咩行差踏错啦。系、嗯、咪？真系俾人周起上嚟。你一定俾人会俾人搞噶嘛？嗯、其实，嗯、更何况你刘小丽，你陈志全系嘛？陈志全，人民力量出晒名啦，有快必喺度咧，系嘛？系啊，系嘛？赶将快一个快必，大佬赶将，顶三个刘小丽啊，系咪先？你要拣实会搞你噶嘛？系咪先？你又从来冇谂过呢样嘢，好啦，当俾人搞啦，啊，跟住访问嗰个司机喎，访问嗰个司机喎，吓、啊。喂，真系离谱啊！正打啦，打啦！唉，其实我觉得佢哋同民阵一样噶，人哋唔你又唔早啲 book 场，系到场嘅时候，人哋又话人哋政治打下你，嗱，俾你喺草地度起步冤，真系算系系啊，就系咁噶啦，真系啊！所以真系戆鸠，咁啊，跟住到写文联咁样就俾人打啦吓，跟住又话啊，吴文远就话说就喺呢一个佢边度俾人拉噶？湾仔啊，我真系唔知佢边度俾人拉。唉，屌死啊！因为其实我望住呢单新闻，我真系觉得好捻冇瘾嘅。话说就话写诶话阿吴文远俾人拉啦，系啊，俾人仲有其他成员嘅，唔止佢一个。仲啊，仲有一个靓仔嘅，仲有靓仔嘅。咁啊，阿吴文远俾人拉咗，俾人滴咗上警车。嗯，跟住咧就网上面就喺香港01咧就发咗几张相、嗯，就话影到，就佢又唔系香港01影噶。总之有人影到，话佢喺警车入边俾人打。嗯，老实讲，我可以凉薄啲啦，系嘛？即系我呢、這个我讲我讲我嘅心底说话，我讲我嘅心底说话。嗯、喂，吴文远，好心理啦。我示范下，吴文远当时做紧啲咩？你试下。唔系，我同你叫你，你好简单啫。我同你话，你唔系唔使，好简单啫。你叫我冷静啲。啊，吴生啊，小心，冷静啲，靓啲想拍只手埋嚟喎，你想真系手埋嚟喎？诶、欸、诶，冷、欸、啲，唔系，通常都，你有冇掂我啊？你有冇掂我啊？咁样嘅，唉。好心啦，因为嗱开头咧，我睇到个新闻咧，睇到嗰几张佢喺警车入边声称俾人打嘅相咧，我觉得咦，我就点睇都唔似打你噶，老实讲，揿佢咯，似啊，系啦，喂，咁你挣扎啊嘛，你老母，你挣扎我梗系揿你噶啦，啱唔啱啊？诶、哎，咁我都仲抱有一丝嘅怀疑，啊，屌佢会唔会真系打佢咧？咁你上到警嗱，因为就好似我哋之前咁讲。系咪用翻我哋头先讲刘小丽嗰个标准？喂，你吴文远俾人拉得系嘛？十你两嘢啲少不免噶啦。嗱、嗯，我又觉得打佢真系唔出奇。系嗱，我唔系话佢打得你啱啊，系咪？咁你知之黑警系咁噶啦。我又觉得如果我睇咗啲相啦，咁啊吴文远都要有啲伤痕睇到嘅。呢、這个我啲伤痕呢、這个咪就系嗰几条爪痕咯，所以话咯，即系如果真系骨力睇到，系如果真系打你嘅话咧，呢扎黑警咧落手实在太轻啊！真系呢两条，因为呢两条都系跟住我就睇到新，我就睇翻嗰啲新闻报道吓、啊，拉咗佢上警车就踢佢春袋，上咗警车点踢春袋啊？因为你谂啊，你攞个春袋出嚟验啊，又系你谂啊？唔系你讲出嚟都唔合理啊嘛！嗱，一上咗警车，原来如此啫，哦，一上咗警车，嗱咁样啦，嗱你我当 Billy 系吴文远啦 ，OK， 嗱上咗警车，嗱咁我一系我咁样嘅啫，我的确上警车，我屌你冇，我点睇个春袋啊？哦，唔系，即系嗰时咧，
咪就係、是、咪其實大家都係咁。你記唔記得以之前雨傘革命嘅時候話啲人拿住把遮打喺下面係咁雙腳踢啊嘛？屌你老母，一樣啫嘛，車嚟啊嗰度，一樣啫嘛，蹲道啊嘛，一樣啫嘛。你要我喺呢度，我點踢你春袋啫？你諗下呢度咁逼，大家都係講嘅啫嘛。屌你，咁啊係，跟住講嗱，我又左或者我又咁講啊。如果以坐嗰個方向，我跟住我叫上上個警車，我梗係叫佢坐低㗎啦。咁除非佢唔坐嘅啫，嗱佢我唯一可以踢到春袋啫嘛，就係佢唔坐咯，踩佢啊！佢唔坐咯，踩佢。屌你老味，你坐喺度，我点踩啊？我企喺度，咁企喺度。屌你，唔系咁，我个差佬咁样踩，冇可能啊！唔系咁就叫做踩，唔系叫踢啦。吴文月读翻书嘛？唉，我唔理。咁跟住最低四就系你睇埋佢个伤势咯。嗯。咁又好嚴重啊！佢即係佢搜啲傷勢出嚟嘅，但係佢話咩踢佢春袋，點解唔搜個春袋出嚟？即係個瘀咗或者係咯，一個紅咗或者腫咗個春袋攞出嚟咁樣。算啦，其實有說服力係話俾黑警聽真啦，唔係即係話俾人聽黑警真係踢咗春袋。不過咧就算啦，佢呢幾個傷勢咧應該會 keep 到佢下屆立法會嘅。喂嚇！屌你，我踢波損咗咩料啊你？你咪有一日喺街口。你有招喺度啊！你喺街口见到警察，跟住扑亲，我去选区选啦！屌你！我攞呢沓伤痕去选区选，区选紧了。因为我想讲，黑警嘅滥权，我喺我哋嘅认知，喺我哋嘅认知入边，黑警嘅滥权系去到边啊？系会滴你喺大街大巷滴你埋一个，劈你，先用孖叶踏住你，再摆埋你喺角落头度对你拳打脚踢噶嘛？系咪啊？我哋认知喎，我哋认知嘅警察暴力系咁喎。都唔系认知啦，已经有发生过。系啦，发生过啦，因为发生过，所以我先有咁嘅认知嘛，系嘛？即系我系会已经假定所有嘅警察，当佢要拉示威者，又或者捉任何嘅犯人，佢都系会用呢个方法嘅，踏咗孖叶，哦，你喺后边劈你喺地下，拳打脚踢，屌你老母，你告我啊！再者打你吴文远呢啲人对佢哋嚟讲系咩啊？战绩嚟噶嘛，威噶嘛，帮嗰七个黑警讨回公道吓、啊，你班蓝丝吓，唔、啊、系你班黄丝，牙文牙武，你又冇乜打多两锤，喂，对佢哋嚟讲呢啲应份噶嘛，系咪？咁我哋已经见过啦，啊，屌你老味，唔系我戥你唔抵嘅，其实吴文远，系嘛？我戥你唔抵嘅系咩啊？你俾人打得唔够金咯，你系曾建超？唔系啊，我又觉得即系你黑警捉啲示威者去打，我觉得又非常之即系唔系新鲜事啦。最紧要就系你唔好再咁容易俾人捉到啦。其实啊，系呢样真啊，唔好咁容易俾人捉到。因为你个画面太令人厌倦啦，又系你啊！阿吴生，又系你俾人打，咁次次都系你嘅。下个唔系就黄庆明，轮流嚟。如果我系一个普通市民啊，匿文啲，我劝住你小心啲啦，唔好搞啦。唔系两个你可以搞，但你都唔系，唔系聪明啲啦。除非你系专登俾差佬拉嘅，除非系啦。除非系啦，咁又另作別論。係頭先講咧，打得唔夠金咧，咁啊啱嘅其實，即係吳文遠啱嘅。曾建超俾人打到咁金咧，都選唔到，你都係選唔到嘅下屆。佢冇去選，曾建超咩啊？冇去選。曾建超啊，選咩？社工啊，輸俾邵教授。咩啊？佢有參選到咩？唔係話唔俾佢選咩？係咪社工界啊？退咗公民黨嘛？佢退出咗公民黨嘛？你睇曾建超嘅傷勢。我唔系话你要俾人打到咁先为之也值得关注啊，而系我哋见到嘅黑警系真系会打到咁噶嘛，系咪先？你呢啲即系好唔抵啊，系好唔抵啊，咁样俾人塞一镬好唔抵啊，咁样花晒只手磨捻柒端端，咪下次真系醒少少啦，咪系咯，唔好俾人捉啦，系，唔系你最紧要你唔俾人捉，你都唔好叫黄浩明爆你啲嘢出嚟，跟住同埋相比之下，你问我，你觉得嗱，我问你啊，你觉得边个画面吸引啲？吴文远喊晒口被警察打呢、這个画面吸引啲，定系吴文远开拖打救黑警呢、這个画面吸引啲？哇，咁啊梗系后者啦。
正等於早琴日啊，喺 seven 有個人一個人大戰兩個差佬，你話邊幾震撼？當然啦，你唔問原因，一定會走去同我講，我唔會打警察嘅，我反對暴力。唔係，唔係啱噶，啱噶，你反對暴力，咁你冇俾人拉啦。你反對暴力都唔好俾藉口人哋向你使用暴力啊嘛。同埋係你亦都。即系我希望你利用嚟紧呢几日啊，我当我俾一个礼拜时间你啦，你唔问怨你自己好好咁睇清楚，反省，真系要反省一下。你咁样俾人打完之后，系嘛？你又咁，你又俾人打，曾建超又俾人打，系嘛？坊间啲人点睇你噶？唔系啊，就系坊间冇讨论啊，冇人知咁滞。喂，系我呢啲所谓嘅政治宅先知道，攞出嚟讲噶嘛。苹果日报都买咗几？卖咗几段噶啦呢单新闻，我真系唔见有帮到尽噶啦，出尽奶力啊！咁吴文远啫嘛，二区时报有冇买先？二区时报冇，郑重泰生女啊嘛，紧要好多，紧要好多，紧要好多，新生命喎，系啊，系香港有下一岛，紧要嘅，系啊，都啱嘅，错嘅，咁所以即系。上个礼拜我记得我哋讲到呢、這个王之峰嘅时候啊、我认真嘅，我坚系觉得好可惜，好可惜吓、即系你做呢啲咁嘅抗争行为系嘛，咁唔做呢个可以做啲咩啫系嘛，因为呢个时候吴文燕一定会咁样问我噶嘛，咁唔系好似点啊，好似你咁啊，坐喺度啊，坐喺度啊，二日咁。你哋觉得做系一定要做，但系喂，唔好净系合埋对眼，冲啊！做完出嚟之后，屌你乜嘢得个吉？事实唔系净系我哋觉得得个吉啊嘛！你睇下七一嘅游行数字，你就知啦，六万啊，六万系咪近年最低啊？又未嗱，以民阵嘅数字啊，以民阵民阵嘅数字又未到啊。仲有更低嘅，有更低嘅，但系不过先唔好讲数字啦，先讲嗰、那个传讯嗰样嘢啦，即系出嚟嗰个效果系如何？即系我完全系冇乜点见到有 noise 咯，其实真系系，即系好平静，好平静。即系我又因为你嗱，除咗好啦，你黄之锋呢一班人，你吴文远咁样吓，咁、你苹果日报。去到7月2号系嘛，咁我睇新闻，因为讲真7月1号发生啲咩事噶，我已经唔系好想睇，我好捻厌倦，系嘛？我由呢个习总嚟香港嘅第一日开始，我就已经冇睇电视，系冇睇新闻啦，我睇电视冇睇新闻。习总嗰笔就晏啲先讲啦，吓咁啊！你好似苹果日报咁，苹果日报，喂，我睇翻7月2号嘅新闻，我都唔明白，大大段咁样释放刘晓波，吓、啊。佢话咩？唔系最抵死系咩？仲系新闻嚟嘅，原来对佢哋嚟讲，黄韵诗唔系何韵诗同黄耀明到场声援，加入声援。我心谂，唉，好似讲到冇，好似本身佢哋冇份咁样。诶，仲有黄宗耀咧，有冇影到啊？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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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影、啊。苹果影到咩？我唔知有啊。有啊，有，我见有相。我睇到段新闻系写何韵诗同埋黄耀明。啊，真系坚持啊！到场声援。即系我即系你明唔明啊？我又会觉得系，即系你仲系呢一个套路，你觉得喂有呢啲人出嚟吓撑，好似好捻惊喜咁样，好捻惊奇咁样。喂，我老实话俾你听啊，我哋三个去，你又要登啦。啊，真系系苹果头版啊，苹果头版咪咯，系咪咯？屌你老味，你何韵诗同黄耀明佢有几捻奇啫？难听啲讲，名人啊嘛。难听啲讲，搵食噶嘛要。你见到曾玉成去又要登啦。系啦，唔系曾玉成都唔使啊！屌你老味，即系唔系都可以嘅，都可以嘅，可能性甚低啊嘛。咁咪系咯，或者见到陈文喂登，系噶，你嗱陈文佢自己都登啊。你问下，走埋去问下佢嚟做咩都好嘛。系咪先？你咪想黄天击杀我啊？那个记者，那个苹果记者走埋去，你咪想黄天击杀我啊？哎呀，我想击杀，哎呀，我想击杀你老板嘅咁啊！然之后喺金钟嘅黎智英就晕咗啦，咁系嘛？即系唔系你呢啲？你反而你话就话攞出嚟讲嘅，何韵诗同黄耀明佢有咩值得好讲咧？
系咪先？哦，揾司徒伟明一定要去嘅。你哋做系，我咪就系话咯。系啊，揾食啊，你啱啊，你啱揾食。系咪先？咁同埋系，喂，即系你喺你哋嘅心目中，你哋已经唔，你哋已经唔系会觉得就系话，喂，呢啲已经系吓，诶、啊嗯，等好嚟噶啦嘛。即系就正如你唔会话，哎，陈淑庄到场声援噶嘛？你会靓咩？你唔会登呢啲嘛？呢啲新闻，你唔觉得好戇鸠嘅咩？我写陈淑庄到场声援，吴志森到场声援，到七一现场声援，挑你老尾，咁都新闻啊？佢哋一定要其实可以用翻五年前嘅新闻 cap 落都得噶。咁之后，我就睇到好多人就访问一啲途人啦，系咪、啊、一啲参与嘅人士啦，就话喂，哎，释放刘晓波啊，真系好紧要噶，又咩咩又成咁，但系。我又覺得喂，即係劉曉波係一件，即係係一件，依家到目到依家嚟講，係已經件事係發展到一個咩情況？即係你講劉曉波嚇，係劉曉波咪患 cancer 咯嚇，咁啊跟住之後去咗一個有共產黨背景嘅醫院去去治療咯。但係咪真係俾佢保外就醫啊？其實未知，未知嘅佢話應該會俾佢保人知嘅，咁啊仲係其實都係應呢啲都叫囚禁緊啦，都係即係我又覺得，唉，好似講你都知呢個七一遊行有咩好講啊？啊，梁振英就收皮啦，落雨啊，條脷落嘅，係啊，啊，梁振英又收皮啦。系嘛？唔系行咗好耐啦，梁振英落台。系啊，咁然之后你林郑，系咪真系有人拿住支梁振英下台嘅 banner 游行？唔知喎、啊。唔系啊嘛，呢、這个真系新闻啦、啊，大佬。咁好笑，佢啱啱唱啱出嚟啊嘛，佢啱啱唱啱出嚟。咁你话林郑月娥，林郑月娥，咁你讲咩啫？屌你阿妈，你哋撑哥曾俊华输咗，边有办法啫？吓、啊，你唔好同我讲咩阴点啊？嗯，系咪你一早知噶？如果唔系，啊唔系、啊。啊，唔系，应该咁讲，你一早知噶，系咁点噶嘛？你同我讲唔知啊？啊，咁你咁如果唔知嘅话，咁你哋撑我曾俊华输咗，你仲有咩好讲啫？就算黄宗文输咗，我有咩好讲啫？咪嘈咯，搞错啊，唔阴点啊，曾俊华系咯，唔阴点曾俊华系啦，佢你为啊你为嘈呢样啊？啊，你苹果部你又唔敢讲啊？系咪先？你又唔系咁样卖啊？系咪嗰件事？咁你结果你成个七一游行屌，讲到最后，哎，去翻刘晓波嗰度，嗯。系咯，我就好明好奇怪，点解去翻呢个议题嗰度？咪咯，因为冇嘢讲，冇嘢讲啊嘛！你连何韵诗、黄耀明都要，其实咁啱，咁啱啱就喺七一之前爆咗刘晓波有啊，就病呢样嘢出嚟。咁其实嗰时都有多啲报道嘅，其实咁咪食啱呢个咁嘅话题咯。其实每年都会有咁啲。我唔明白点解你唔继续大大声嗌我要真普选嘅。虽然你之前拆咗话咩，佢之前话咩，冇听过你之前真香港噶嘛，系有个口号。佢今年嘅口号系公民觉醒啊，自佢唔系自决啦，佢唔系自决啦，自作公民自乜鬼，我唔记得。总之唔再系。但其实佢之前有一个话咩中共滚出香港噶嘛，不过唔敢用啊嘛。咁你就。温和少少咯，唔系，所以你话，所以你刘晓波咯，所以，所以你话你成个所谓嘅吓呢个游行，呢、个游行，你俾我感觉就系、是，即咁咪唯有继续搞咯。其实咧，我除咗咧热狗朋友多啦，我啲黄丝朋友都好多嘅。咁咧，我啲黄丝朋友咧，我因为年年我都听到佢哋会去嘅，嗯，但系今年我冇听到，我冇乜点见到朋友去咯。系啊，嗱，系啊。唔知系咪去咗唔敢讲啊？往年咧，其实点会啊？点会有实打卡嘅？咪系咯，往年点解我知道你去啫？就因为你有打卡啊嘛。啊系，点会唔打卡啫？咁你今年为公你冇打卡喎？咁当然系除非佢 block 咗你嘅啫。我哋都有打卡啦，唔、会 block 嘅。咁我都相信，咁我都相信，我都冇啊。但又真系睇唔到有人去咯。少咯，少咯，我真系冇添啊！真系唔觉有人去。咁可能去咗冇话我听啦。惊系啊，丑你嗰啲两兄弟啊，嗰啲咧，你睇唔到噶，其实啊，我唔知佢系咪冇影相啊，可能惊啦，吓佢可能佢哋比吴文远聪明，啱嘅、低调啲好啲，系啊，一去完适度低调，去完俾人拉就无鸠位啊，俾人告你非法集结咁样，你又唔知文俊有冇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噶嘛，屌你老，
系咪啊？原来咪就系冇真系冇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然之后。然之后喺鹅颈桥底突然间拉咗一班走咁样，咁啊礼计啦，都唔知点算啊！我见到有啊，因为神州青年服务社有搞派青年病人本地红旗嘅喺当时，咁咧佢咧本来挂咗26支旗喺即系喺马路两边啦，咁啊警方就话呢支旗敏感，就叫你收翻啊，所以就收翻。我最后我唔知佢哋有冇挂到。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都敏感，敏感啱嘅，習近平在香港啊嘛，清洗太平地必要嘅。咁啊，另外咁啊，講起習近平啦嚇，呢個禍廣央民嘅擾民啊，簡單啲一個一嗰幾日啦，由佢落機星期四，星期四嚟，星期六走嚇。哇！真係我真係好彩啊，咁啱星期四我就喺灣仔翻工。嗯，系嘛？系啊，睇到好多嘢啊嘛！近桥真系飞机撞纸，我真系整定嘅。我本来嗰一起身嗰朝咧，心情都冇乜点嘅。你嚟香港咪嚟香港咯，关我鸠事咩？原来唔紧系关我事嘅。因为我就正正系被受影响嗰其中一个啦。因为湾仔翻工，而佢又去湾仔啊嘛。系，而湾仔又周围系水马啦，成佢突然间转酒店啊！咁之后嘅事啦，之后先知啦，我嗰时我唔知我喺湾仔，喺呢个通往税务大楼，即系入境处大楼嗰条咁嘅天桥咧，成条天桥真系黑警多嘅人嘅，同埋烂晒两边栏杆，变咗你中间可以行嘅位置系少咗好多咯，系跟住你去到去湾仔北嗰边，沿路都系嗰啲庆回归嗰啲咁嘅。庆回归嗰啲 show 啊，即系我眼见都有两个啦。我成日感觉成个气氛咧，你本来就算心情好咧，你都会变燥。正常啊，真系燥，真系会燥。即系你见到啲大妈，系啦，你见到啲大叔喺度上面唱，晏昼 lunch 穿热情啲衫喎。屌你老味，你真系个人滚唔滚啊？你因为你最滚嗰样系咩咧？其实嗱，我依家我屋企都见到嘅，你见到屯门码头嗰边咧有多船，你唔知点解佢哋挂啲嗰几日咧？之前其实佢哋都有挂啲旗嘅，咁正常嘅出海嗰啲渔船应该要挂翻即系香港区旗同埋中国国旗，呢、這个就系正常嘅，系嘛？咁啊，一过唔过瘾，你会发嘅呢样系啦，因为你出到去，你遇到菲律宾嘅。嘅船佢真打佢真唔觉意打你两枪，你真系你冇得怨，你唔响躲系咪先？你唔响躲咪肥鸠你咯，咪即系有机会会咁样噶嘛？咁你最嬲嘅系咩？你就见到嗰啲船嘅上面乜嘢咩欢迎习主席？哦，系啊系啊，香港仔嗰啲热烈庆祝回归喂喂，屌你妈！你见捻到呢啲字咧，你有火嚟交埋噶啦。咁跟住咧，仲有嗰啲咩？电视嗰啲广告啦，啊系，好似过年咁嘅，系啊，好似过年嗰啲广告。其实之前我已经知道你，譬如无线佢哋已经有喺电视度卖广告噶啦，咩庆祝回归套餐，即系个做法咪同过年一模一样。如果你讲玩埋玩，唔好拎遮住，好多听众嚟睇我噶嘛。系系，唔系遮还遮，唔好遮到你个样。系啊，冇遮样，你咪过嚟遮住我个样咯，咁样系啊，咁样得，咁样得，咁样得，嗱，咁你。即系你最猛嘅就系呢啲嘛，几捻肉酸啫，回归咋嘛，廿周年啊嘛，其实都有啦，隧道口啊，系咁咪见到咗啦，好捻肉酸咯，系，其实我屋企楼下都有，有，系啊，我屋企楼下插晒旗，连邮局出呢个回归纪念邮票20周年都要红日都翻工，红日都系开嘅间邮局，即系当然排晒长龙啦，好快就卖庆市啦啲邮票吓，咁靓系啊，即系各个部门啊，民间又好，政府机关都好，都用尽奶力去拆尽晒啲鞋。咁啊，星期六就你系睇到啲眼火爆。咁话说星期六晚啦，星期六晚啦，咁啊喺啲尖沙咀啊，唔知点解又围咗一班爱国嘅共匪啊，其实佢哋去做咩噶？即佢哋喺尖沙咀集会，应该都系庆回归嘅集会，庆回归集会嚟噶，咁有趣。咁咧又喺片度咧就睇到啦，就话有几个嗰啲阿叔，其实你之
嗰幾個都熟口熟面㗎啦。係啊，尤其是窄邊嗰個咧，紅色冇 cap 冇嗰個，啊、我認我上嗰條友。認係啊，我認得有一個就長頭髮窄邊嘅嗰阿叔咁啊。我谂呢啲就指住个鬼佬记者屌啦，狂屌啦，跟住就惹埋一班人咧入埋抽水啦，跟住系咁 fuck 噶啦，咁然后有人有香港人有本地人走去帮拖啦。我回应阿希伦先，系啊，教砌呢个三夹啊，货拉啦，快啲，希伦快啲货拉，货拉，货拉个夹俾佢啦，靓唔靓啊？可以遮到阿庄个样，好靓。其实你呢个造型系咪有啲似Gundam Seed嗰个武林？我觉得似超市咁预赛噶。得啦，得啦，得啦，唔该。唔系我要抹一抹。咁跟住，好咯，口水喷到我嘅手度。系咩？系啊，系啊。唔好意思啊。咁你又睇到喺度嗰个狂屌啦。咁啊，咁话说星期日咧，我约咗老豆食饭咯。吓，哇，正啊！着件欢迎集咁劲嘅衫。咁我咪问佢咯，点啊？寻日有咩节目啊？咁样，我问佢七月一号咩节目咁。嗯。诶，咪朝头早去维园咯，又系嗰啲啦。有冇收钱啊？嘛？我唔系我之前我夹过去噶啦，屌人哋佢有钱收你，佢冇钱收你，真系我夸夸嘅咧啊！咁今年我冇讲啦，咁之后我喂你知唔知寻日冇去尖沙咀咩？我等等我错佢啊！寻日你冇去尖沙咀咩？去尖沙咀做咩？我见有咩嗰啲咩外字头啦集会啊嘛，我以为你有去添，即系话冇去喎。我话诶，我见到无端有班人走去，无端指住个鬼佬系咁走埋闹佢，话咩汉奸走狗埋国贼啊！哦，冇讲呢个，佢讲咁搞笑，佢讲汉奸走狗埋国贼，佢讲话呢度系中国人嘅地方，唔系中国人嘅就烂啊！知啦，咁即系讲中文噶，讲广东话噶啊！咁我之后话咁鬼法西斯啊！话你话你我话睇下寻日尖沙咀有人咁样咯，即系话哦系咩？我话系咯，有啲鬼佬嚟，无端端尖沙咀都冇啲咁衰咗。呢边我老豆第一个反应系咩？咩啊？切！咁佢嗰度做咩啊？鬼佬啊，系招鬼佬。即系佢个本能第一个反应都系会觉得就话，因为嗱呢个感觉好直观噶，有冲突咩？你唔喺嗰度咪冇事咯？即系觉得个鬼佬挑人，即系喺我老豆心目中，如果有一日我俾人拉，肯定系因为你游行示威啦。你会游行示威唔会俾人拉？其实我觉得咩嘅，佢即系你爸爸嗰个谂法，同埋即系一般嗰啲爱字头嗰啲谂法啊，系。我觉得好简单个谂法就系一个好就系、是、民族主义咯。系，其实唔关我谂佢即系，就算俾人拉，佢可能佢都冇咁样谂法。但系一见到鬼佬，佢就一定系咁样谂嘅，一定系你唔去咪冇事咯。鬼佬，同埋你呢个中国人地方嚟啦。亦都有最恐怖嗰样嘢咩啊？喂，我攞块黑布去冚黑紫荆广，去冚呢个金紫荆广场，你又嚟拉我啊？挑你老母！我攞块共产党万岁嘅旗冚捻住金紫荆，你会唔会嚟拉我？诶，唔会，因为咧，曾经有一个新闻咧，就系讲呢啲大妈唔知点样同有争执嘅，跟住之后佢讲咗一句：我爱国噶，你够胆嚟拉我咁样，唔就系咁，因为佢哋咁谂啊，固之然戆鸠啊，而事实黑警就真系会咁做噶，屌你！你爱国，佢真系唔会拉你噶嘛，唔够胆系嘛？你如果你即场你开拖打嗰个鬼佬都得，系咪先？啊！即系所以你带身份证出街咧，喂吓死我！做乜鬼嘢？我听听咩啊咩你？带身份证出街，唔使噶啦，唔使噶啦，你带支国旗出街系啦，你唔使带身份证出街嘅，或者你摄住习近平张相啊，唔得。系阿希伦讲咩啊？请问哦，小侍女喜欢夹字，系啊，佢中意夹啊，链头啊，袋底啊呢个。喺节目度唔会示范。就系咁样，所以你话你更加会觉得就系、是、屌你即就好似黄宗文之前讲嘅，系嘛？休养生息，韬光养晦，即系唔系即系可能你一定你唔系话好似我哋呢啲，你走去同我讲，即系好似你三哥咁啦，乜都唔捻做就最好啦，系嘛？但系我哋要做得聪明啲，要做就要从长计议啊嘛。你一尾走去冲得完好啦，咁好似呢个七游行咁啊，六万几人咁行完行咗咁啊，
放弃瞓觉咯。连政府回，即系政府之前都会有啲回应，系、都会话咩聆听市民诉求啊。冇，今年冇喎、啊，上年已经冇噶啦。今年净系当冇件事。系啊。今日、今日我今朝咧，我女未起身咁，我睇电视啦，咁一打开电视睇到林郑月娥，佢讲嗰啲普通话，需要我讲国语啊，咁咧佢完全冇回应到寻日呢个啊，唔系即系七月一号啦，因为今日先翻工啊嘛，七月一号嘅游行嘅诉求啊，所有嘢完全冇回应到噶。有咩诉求啫？因为主要系因为习近平嚟咗香港，所有焦点去晒佢嗰边啊。系啊，佢有多谢习近平嘅。系啊，有紧要好多，呢个紧要好多。跟住之后冇啦，完全都冇，当你臭死啦而家。同埋又公道啲讲句啊，你有咩诉求啫？释放刘耀波，你想林郑月娥点回应咧？唔系咁，即系要留啊。跟住关事啊，撤回八三一框架，咪讲咗唔会咯，都唔关我事啊，唔系我话撤就撤噶啦。屌你老尾，你上访啦你重新启动政改咯，吓、啊，诶咁啊，我你觉得又会唔会啊？我要即系以前嗰啲，以前你都有阵时都会即系求其咁样回应一句，但系而家连求其都费事回应你，懒得睬你，系啊，所以。冇啊，都系，哇，都系颓噶啦呢件事。咁啊，休息下先。天空很蓝，叫我的心更不安，爱情丢内漏到谁都不管，手里淡淡的烟草里麻痹我的忧伤，笑我自己太傻还掀起风浪，曾是我的依靠，被你一再的灼伤，你的身影倒立在我身旁，都怪我不够勇敢，你酿的酒能取暖，不断争吵还要假装故作坚强，我被击败了，你是击败人，对你的期望太高，玩弄了我太伤人，又被击败了，你是最超烂的击败人，我才刚刚交出真心，你却口叫我的真诚，坠落某个海洋里翻腾。你曾是我的依靠，被你一再的灼伤，你的身影倒立在我身旁，都怪我不够勇敢，你酿的酒能取暖，不断争吵还要假装故作坚强，我被击败了，你是击败人，的期望太高，玩弄了我太伤人，又被击败了，你是最超烂的击败人，我才刚刚交出真心，你却口叫我的真诚，泪都某个海洋里翻腾，你说你没可有心乱如麻，隔壁曾经那么灿烂，怕你受伤、哦、我被击败
刚交出真心，你却口交我的真诚，泪落某个海洋里翻腾。你是最巨大的击败人，你是击败人，呜呼，翻嚟第二节 ，Hello，Hello， 咁啱啱头先听嗰首歌咧。就是黄明志啊、大马歌手，黄明志的新歌，歌名叫做《击败人》啊，击败人其实他想攞个谐音嘅，击败人系啊，击败即系鸡巴，即系匪，即系蝗虫所讲嘅滨州咁样，即系鸡巴，通台湾啊嘅鸡巴通常啊系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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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容击败系形容男人嘅滨州，系啦系啦，男人嘅滨州系啦，咁啊。咁啊，佢全其实呢首咧系一首浪漫嘅情歌嚟嘅，好一首浪漫嘅情歌啦。咁啊，入边咧就充斥住呢个亚洲每个国家不同类型嘅粗口谐音啦。咁啊，交织成呢一首浪漫嘅情歌啦，咁样吓。咁啊，尤其是佢呢一句啦，佢就亦都系食正我哋嘅广东话，泪流某个海吓。咩咁话噶？啊！你用国你用国语讲泪流某个海啊？泪流某个海系咯。哦啊！你老母哦，泪流泪流某你老母个閪咩啊？搞错啊！不如你读出嚟啦。咩啊？咪呢句咯！哎呀，死！刚交出真心，你却口交我的真诚，泪流某个海洋里。哦，泪流某个海洋里翻腾。你谂我系？唔系，因为嗱，其实嗱，我如果以我哋广东话嘅粗口嚟讲，咁即系大家都相信，觉得我系好捻流利啦。系咪我好捻流利啦？喂，但系如果真系要将你要将嗰个粗口运用喺某一啲嘅地方度，譬如歌词啦、谐音啦嚟讲啦，喂，唔系咁易噶。系啊，黄明志呢一首歌真系出色、啊，真系出色、啊。佢用嗰个音，因为嗱、可能佢黄明志本身，譬如佢马拉人啦，佢识讲马拉话啦，佢识讲国语啦，佢亦都识讲广东话啦。甚至乎系泰文啦、因为你马拉人会接容易接触到嗰啲语言啊，咁变咗佢好多时佢好熟悉嗰啲音啊，我哋成日讲，譬如讲你老母个閪，你老母个閪，咁但系我你要我即场将呢几个字去译做国语，又或者譬如译做泰文咁，有啲咩字可以取代到呢几个音啊？你唔识噶嘛？佢识。佢諗到佢亦都套得靚、所以呢个系一个亦可以一个好出色嘅一个粗口嘅示范啦。呢、一首歌几个人嘅泪流某个海。泪流某个海就 OK 喎。泪流某个海。佢唔系淨系佢唔系淨系攞呢个字嘛。佢其实完整一句歌词嚟㗎。眼泪即眼泪个泪啦。泪流某个海里翻腾喎、哦。其实靓㗎呢句嘢。同当初嗰时咩最佳选有你咩菠萝你嘅提子茶系啦，士多啤梨嘅苹果茶系咯，就系咁样啦吓。咁啊，黄明志吓，咁啊，跟住落嚟，我哋要讲游庆回归，习总啊，未讲系啦，讲下习近平先啦。系、我都讲、即系扰民嗰样嘢啦。我都好彩嘅，如果讲过去嗰个礼拜啊，冇出过市区。你真係好彩啊！係啊，星期五又冇出個市區，甚至乎星期六，邊度都唔好去，坐喺屋企最舒服啦。除咗夜晚，我又去咗朋友嘅八日宴，都係葵涌啫。咁啊，結果就都冇出過街啊。你因為你都明知，你講真啦，你睇到新聞，你周圍都話封路啊，周圍又話咩仲有勁多交通意外喎、
特登咁好似。星期五係啊，加埋你個感覺，你個感覺真係好特登啊！加埋啊，振興啊！因為係有幾單係咩咧？炒上巴士站私家車。嗯。啊。嗯。我記得灣仔有一單，九龍有一單。九龍有一單。啊。私家車炒上巴士站。嗯。啊。之後反車啦。啊，反車有幾個地方都反車啦。嗯、屯門公路。公路 啊。星期五嚟嘅，星期五朝頭早，屯門公路撞車。嗯。大欖隧道撞車。嗯。啊！嗰日我就一睇到新聞，呢兩個地方撞車，哎屌！我唔使出街啦，我唔使出街啦，唔使出街。結果我等咯、我等到好晏，我先出街，先至出嚟翻工咯，出九龍、啊、所以唔知啊。我話冇嘅，我就喺係禮拜六咁樣啦。禮拜六我啊出咗旺角嘅，我自己咁啊。咁攞嚟先啊！唔係冇乜嘢，因為我即係我去旺角好多人啦、啊、咁樣、啊，我自己出旺角，我睇郵票啫，我冇乜嘢做嘛，因為唔係阿女啊瞓晏覺，咁我老婆喺度，咁咪抽啲時間出去睇下郵票咁樣啦。睇郵票係啊，我同阿 Sam 都有時去睇郵票。得啦，知啦。咁去睇下郵票咁樣。我反而我見到我見到我唔係驚奇你睇郵票。唔係啊，我去到睇郵票我就好驚奇啦。啊因为咧有好多人咧去买去问有冇呢、這个即系嗰个庆即系二十周年嗰个邮票啊？呢个系唔系呢个？呢个系香港同中国联合出嘅一个。佢应该系有另外一款嘅，系咪？有嘅，系另外一款嘅邮票。我见到好多中国人去问啊，系咁、咁我都听到嗰、那个价钱应该系贵啲嘅。喺嗰度買一定會比 official 買貴啲，係一個炒價嚟嘅應該。咁我反而見到哇咁多人問嘅嚇，咁啊咁我先發現原來真係有得炒。係啊，係啊，咁啊其實我喺市面咧，咁我其實我啊睇唔到有啲乜嘢咁嘅慶祝活動嘅。你只可能九龍區會好少少啦。唔係因為冇我，因為我唔係去嗰啲咧，即係你話可能去尖沙咀咁有啲廣場咁，可能係啊，佢有啲活動搞啦。咁我可能去旺角咁樣，其實。你旺角边度地方有得搞啫？行珠容区咯，冇啦，咪就系冇咯。不过我最深刻咧，同埋令我最火滚嘅嘢咧，即系唔系话大妈唱呢个热情的沙漠，或者系黑警封晒路嗰只。我最火滚就系咧，我放工嗰时咧见到，即系经过嗰个 show 啦，跟住见到一班相信系小学生，仲着住校服，有一两个仲着住校服嘅，咁啊喺嗰度喺后台练。练习紧啲古筝啊，系啊，跟住练习紧古筝之余咧，就隔篱我相信系一个老师嚟嘅、一个女人嘅老师嚟，就喺侧边督促住佢哋。但我见到嗰个老师嘅表情咧，都几严厉下嘅。而嗰啲小朋友都感觉上系战战兢兢咁样练习啦。呢个先至令到我火滚。喂，庆回归对我嚟讲已经系扯我把火啦，仲要系见到一啲。好似为咗要庆祝呢个回归 show， 而有个老师督促住班细路仔，好似要班细路仔心不甘情不愿咁为呢个政权涂脂抹粉，涂脂抹粉吓。即系有两件啦，你见到呢班僆仔好似好唔 enjoy 嘅咯，班僆仔系。咁啊，系啦，阿 John 有个嗰、那个。嗰個圖啦，就係、是、送機啊，送機有幾好熱，兩個好熱到破皮啊，大佬啊！你知唔知點解突然間會有會有呢班人啊？因為咧之前咧嚟到嘅時候咧，咁啊習近平個大內總管啊就投訴啊，話香港嘅接待咧太過唔合規格啦，馬虎啊，小人揈旗仔，紅地氈太短，同埋梁振英做乜咁快上？飞机上面，咁咪即刻咪揾多啲小学生嚟咯，因为攞低两件咯，几热啊大佬！喂，嗰单好笑喎，企几粒钟，揾咗三件，系啊，小学生揾咗三件。唔系我讲好笑嘅系梁振英上飞机嗰单，佢拆就唔系新闻啦。系话说咁啊，架飞机咁啊，咁啊，习总未落嚟啦，系嘛？跟住扑上去，吓、啊，跟住你捻咗扑上去。四十秒唔到，俾人赶捻翻落嚟。唔系就系跟住之后嗰个大内总管咯，我唔记得咗佢叫咩名啦，佢咪投诉咯。系。所以之后先加翻场呢个红地毯咧，同埋有啲小学生肥旗仔咯。屌你啊啊！我搵翻嗰个先。其实我睇到呢啲，我觉得好心痛啊！即系你咁样荼毒下。唔系，因为其实咧，我有一种咧，即系我其实咧几唔开心嘅。
因为点解咧？因为我觉得我即系我哋咧就曾经即系我哋都叫为呢个香港奋斗过啊嘛，即系我啊，我哋啦，我哋又奋斗过啦，谂住即系为我哋下一代争取一啲好啲嘢，即系起码唔会俾人洗脑呢样呢样嗰样啦，系咪？但系做唔到，即系我哋做唔到，我已经即系好唔甘心啦。但系换嚟啲咩啫？闹交、谩骂。系，我哋就换嚟一片无奈。系，即系我觉得讲到尾，讲到尾，阿 Sammy 话，佢掂佢阿，即系而家嗰边两边闹交，就因为掂到阿陈浩天系佢嘅底线啊嘛。系，啊，但系对于我嚟讲，佢哋闹咗成个月，乜都冇做过，已经系掂到我底线好耐。其实再加翻埋去，再加翻埋，即系庆回归呢样嘢咧，即系二十周年咁样，二十周年佢哋庆回归啦嘅时候，我就觉得，哇，其实，你两个闹嚟闹去，喂，我同你哋即系好话唔好听，我同你哋奋斗咗十几年喎，系得嚟咩啊？咪你两个闹交，两边闹交，系跟住冇做过嘢噶咯，咁我哋点啊？企晒喺度喎，全部都系你咪叫你跟文远冲出去死啊！所以我其实我冇睇呢啲，即系我冇睇。即系呢几日都冇睇过新闻啦，我就系因为其实我睇到我好唔开心。系，即系嗰阵时我哋仲喺度话，不过惯噶啦，即系交呢啲嘢啦。但系当你去夹合埋一齐咁样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咦，做咩啫？十几年，我早知做港珠啦。系噶，系噶，啊，所以即系你最大镬嘅系，即系一边。你又佢哋又會覺得就係話，唉，屌你咪，唉，總之我要揭穿呢一班人嘅真面目嚇，佢哋全部都係呃人嘅，係偽港獨派，係啦，偽嚇咩，全部淨係使為咗呃錢嘅啫嚇，咁然之後另外一邊就每日就係講咩啫，唉，我哋做嘅你都唔明，每日就係話俾你聽，我話喂，我哋佢 list 咗好多出嚟噶，吓佢你每日俾多24小时，佢哋都做唔晒噶，吓好忙噶，我哋咩做咩为咩啊？为咩啊？难听啲讲就系为钱，吓好听啲讲，仲要啦，佢哋嗰啲 post 好搞笑噶，讲到咧好似咧个个都知咁嘅事，系啊，你最憎系呢样噶嘛，系啦，嗱呢样系咩咧？嗱，以前王杨达佢自己讲过嘅。啊出嚟选嗰阵时最紧要咩啊？咪就系要扮，就系要扮到一个样，就系好似唔识你系我嘅问题咯。系啊系啊，即系佢话，即系行到出街，即系咪都要同人挥手啊？吓，即系好似你识好多人咁，咁你旁边啲人就睇到啊？哎咦，我咁多人识佢嘅原来，咦我唔识佢，系咪我好背啊？嗱呢个系真嘅，以前嗱你嗰啲咩刘德华佢哋咪好靓兴嘅啫，行上台嗰阵时啊，即系咪行上台？系 ，hello， 无端端要同台下打个招呼，唔知做咩？我眼信你睇到啊，台下啲咩人？系咪咯？系咪？就系呢样噶嘛？嗱，喂，你每日就系我话俾人听，我系好似全世界系都唔明白你。系，我其实我有一日咧，我睇到个post 我好猛啊，咁啊系陈文嘅，咁咧就讲佢即系之前咁同一个啲人倾偈啊嘛，你呢度仲有咩白区咁样？跟住楼下白区系啊，白区，跟住啲楼下留言啊。哎，系啊，而家仲有白区，跟住有一个人问，其实白区系咩嚟噶 ？Google 下你 ，Google 啊，哇，跟住就换嚟呢啲咁嘅嘢啦。系啊，喂，大佬，唔捻识好奇咩？我都唔就唔识先问啫嘛，屌！我其实好憎呢啲，我其实好猛噶，咩又话咩？我啲呢啲 post 要智商180先睇，咁你咁你唔好去 post 啦，你自己围内讨论啦，唉，真系呢一啲你哋所谓嘅聪明人类自己围内讨论好啦，聪明人类唔会搵个婆着埋同一件衫落去啦，我谂边啊？喂，我争好猛啊！喂，大佬，我哋同你哋奋斗咗几耐啊？吓，唔系一两个月啊？系几年咧？至少都几年，至少都几年。你知唔知？如果我即系唔好讲我哋啊，你哋自己两边嘅支持者啊，大家为你哋奋斗咗几耐啊？换嚟就系做咩啊？而家闹交。如果你啱啱呢一番说话，陈文彩你隔篱，你咪走咯，屌你老母！
咁冇走咯。激殺你又唔家產。唔係，你真係激殺到你，我先至再講喎。你唔相信佢嗰套就是、你就係王匪啊！系啊，系噶，系啊，笔都俾 Billy 坑鸠烂埋。唉，唔好意思，唔系我真系，唔系我好我猛啊！即系我哋，我明白，我唔好讲我哋啦，你自己你哋啲支持者，你哋为咗两边奋斗咗几耐啊？大家系啦，你觉得咁样开心咩？你觉得咁样跟住反面，跟住到头来成个几两个月，你做过啲咩？冇做过嘢。大家唔知做乜喺度，即系哦，你话你喂你咁搞错，你咩热血时报新招募计划嘅？喂，你旧人嚟啊？好奇咩？跟住呢边就话诶咩喂佢话最憎咩咩黑字皇帝、啊，好耐咪黑字皇帝，做咩啫你哋？系咩？好耐黑字皇帝咩？系啊。哦，黑字皇帝，黑字皇帝啊！哦系。系系，唔系做乜你讲紧黄铜底黄，唔系系啊黑字黄底，做咩啫？两边，即系以前都仲话咧，有啲嘢路线之争，系有啲嘢拗啊！你而家做乜啫？你哋吓、啊，最惨就系你哋可以归边嘅人就 OK 喎，我哋归唔到边嘅，唔知想点喎。所以我咪就系讲句咧，冇需要归边咯，系啊，好鬼好。唔系你咪。好鬼咩啊？好鬼衰，好鬼衰，耶！好鬼衰啊！好衰鬼啊！好衰鬼啊！你唔系我即系有感而发啫，其实冇乜嘢嘅。即系尤其是系即系你又会睇到，可能我哋会坊间我哋会觉得喂譬如你陈浩天咁讲吓，陈浩天，你又讲下你嘅底线啦 ，Sam 啊。唔系咁啊，因为我即系纵观成个呢啲所谓嘅闹交事件咧，你边搵出嚟噶？请问啊，唔踩度搵啦。就呢度有，系啊，哦，冇，唔系我嘅，即系纵观整个阿胶事件咧，咁我觉得即系陈浩天呢个角色咧，咁其实就佢系自己由头到尾都冇出过任何声，冇表过任何态嘅，即系你唯一你只能够批评佢继续仍然继续喺呢个 My Radio 嗰度开麦嘅啫。咁我又唔觉得有啲咩，当然系冇问题啦，吓，即系我哋觉得，即系有人批评佢揾阿毛网斋做主持添啦。咁我哋覺得冇問題咯 ，OK 咁、其他人覺得有問題嘅話，咁佢哋嘅問題啦咁、就係、直至到去到6月30號有個民族黨有個集會，咁、初初又諗住喺呢個尖沙咀中樓嗰邊搞嘅、就有個叫做主題叫做輪香港輪合20周年嘅哀悼集會嚟嘅，係啦。咁就因為黑警，因為佢之前申請咗喺嗰度集會啦，警方又唔批啦，話佢嘅主題同內容就違反呢個基本法第一條，所以就禁止喺嗰度集會嘅。咁就由禮拜四開始已經係將文化中心一帶咧已經落曬啲鐵馬咧，直頭係封鎖曬成區嘅，即係直頭遊客都入唔到去嘅，所以變咗尖沙咀成個即係尖東海旁嗰帶咧變咗。就算宵禁咗，宵禁咁滞啊，得翻海边嗰啲位可以一条行人路嘅位置可以行到咯。咁你直至到去到6月30号嘅黄昏左右啦，陈浩天再去到嗰、那个海旁一带，咁啊再视察他仲可唔可以继续去搞呢个集会，咁到最后佢都放弃咗，因为都警力都幾錯啦，都有百幾有，即係睇片睇到啦，又都有百幾個差佬圍住佢嘅，咁啊都曾經都恐嚇過佢，話若果佢再諗住集會咧，就即時去拘捕佢嘅。咁佢無奈之下，咁就喺 Facebook 度宣布個集會取消啦。佢亦都搭的士離開啦。佢都搭的士離開啦。咁啊嗱，去到呢一刻為止咧，已經係遭受到。陈云一带嘅唔系一做咩？一干人等，陈云一干人等嘅耻笑，我用耻笑啦，冇话批评啦，耻笑。当然批评系有嘅，即系耻笑佢搭的士走啦，就好似当年阿梁仲恒搭的士走一样。唔系，我觉得批评 OK 嘅，批评佢做法唔好或者，但系你，我觉得你批评系少，即系批评系少数，即系少数嘅言论批评，全部都耻笑，系耻笑，即系。有時阿陳雲啦，陳雲佢即係出咗篇 status 就話，佢即係港獨派啦，就搞集會，到最後俾警察咁樣打壓，係令到即係往後我哋搞集會更加難啊。係。因為即係佢講話就等於，屌你阿梁又
嗰時宣誓就風波就搞到到最後，而家人大釋法啦。嗯，啊，即係佢就話陳浩天就唔應該啊，佢個 exit wording 係咩咧？我都唔記得咗添，我就話一揾先。嗱，即係我會覺得係。嗱，譬如上個禮拜啦，我記得有我特登有聽嘅，因為嗰集《大香港早晨》咧，黃仁達做嘅，嗯，我有聽嘅。咁佢就批評呢、這、一個，佢亦都有恥笑啦，呢、這、一個本呢、這個青年新政啦，啊尤慧晶同阿梁仲恆啦，咁佢都話呢度呢兩條友係嘛，成撚日就講撚到講撚到好似好撚好撚勁咁樣，其實就係只不過喺度。一味靠黐，嗯，啊，即系佢又俾人闹得多，或者俾人话菠萝鸡系嘛，咁啊，佢即系佢嘅理解就系，比如你梁仲恒呢啲一味靠黐，屌，明明根本你啲行动就冇料到嘅，讲到好卵劲，因为你以为会有人出嚟啊嘛，系咪？如果有人出嚟，你又走出嚟咯，嗱，系咪啊？劲咧，啊，次人次都系咁咧，咁尤其咁当然啦，如果我就咁样听翻佢嘅讲翻，转头又好似系。咁係嘅，呢兩條友其實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啦。咁、因為如果佢 DQ 都冇人出嚟啦，係啦係啦，咁你咪知咯。我哋其實之前都講過啦，即係亦都反映就話你究竟你啲票喺邊度嚟咧？但我哋都係用一個黃毓民最中意講嘅一句嘢：愛敬民喜。係。吓点啊？搵到未啊？啊，搵到啦！阿陈文咧就有个 status 就话咧，港独派陈浩天咧就俾近嘅吓，就俾呢个陈文督爆，就引诱支持者就俾警察拘捕之后咧，就结果连陈文嘅更换场地建议都照用，因为之后咧陈浩天就藉着呢个浸大嘅帮助咧，即系有几间大专学院咧就帮助就转场就去咗呢个浸大咧就。有个广场度继续呢个集会嘅，同埋开咗个好简短嘅记招咁嘅，系啦。咁又阿陈文就话啦，咁退回大学做呢个论坛算即系系咁依翻去大学做个论坛就算数啦咁样。咁只不过咧，为何陈浩天直至下午还坚持说会举行集会咧，还到现场办嘢咧？嗱，个集会已经被警察定为非法，他还要高调呼吁青年人去参加，说要给青年人发机会发围，被陈维说破之后咧，就死气老师又取消集会，跟照陈文嘅建议退回大学安全地带，自己同自己玩吓。跟住咧就括弧啦，就話即使集會臨時取消，但警方已經將在場嘅參與者搜身及抄下身份證，陳浩天嘅任務刑事成功的。咁即係喂，唔係嗱，其實咧，你好似四個，你好似根據陳雲呢種講法咧，佢又冇撚錯嘅，佢係真係冇撚錯嘅。嗱、啊，唔係佢贏曬啦咁樣講。嗱，係啦，同埋因為點樣咧？唔係佢好撚貫徹佢依家個做法啊嘛。即係話依家。我你做乜撚嘢都好，第一就係咩啊？床头露尾就最撚紧要啦，叶正纯咁样咯。系啦，做咩都好，最紧要床头露尾。一系你就好似陈云咁撚劲，嗯，啊，你就可以见样啦。系啦，廖氏如神，你就可以见样啦。如果唔系，所有人你要做任何嘅嘢，你必须要床头露尾。嗯、如果唔系，你行出嚟，你就只不过系引诱人出嚟，俾、人点上。变相出卖抗争者，系啊，嗰啲之类啊，屌你老味，唔系嗱，咪老实讲，你咁讲，我边有得话你唔啱啫？同埋以你咁嘅讲法，其实咩都唔做最好，系啊，因为嗱，继续喺网上面打飞机啦，即系以即系我有跟到由陈浩天开始话搞集会，直至到佢之前都做几个自己个人嘅 live 都。解釋點解做今次嘅 live， 同埋之後佢個做法會點樣？佢都話諗住見步行步嘅，佢都唔會講話喂誒，唔好理啊，約嗰日出咗嚟先，到時見招拆招。佢都冇咁嘅做法，佢連續兩日都喺現場做一個 live， 就睇下當時嘅情況係點樣。直至到嗰日取消之前，佢都做咗個 live 話叫人唔好過去。话好多差佬唔好过嚟啦，咁有啲咩消息就即时喺 Facebook 度更新。佢有作为一个号召集人，佢有做咗佢应该要做嘅嘢啦。系，咁我咧，不过你陈文睇唔到就冇办法啦。其实我陈浩天仲有佢之前都有个 live 噶嘛，咁佢就亦都系俾呢个
熱酒啦，清城派，清城派，清城啊，熱清城派。咁啊，抹黑嘅，咁啊，佢又話咧，即係咩從即係阿陳文就話啦，從政者竟然叫人忘記政黨政團嘅過去，唔好拿呢個過去嘅言行舉止嚟衡量今日嘅行動，要人失去記憶，這是什麼從政者？他當我們是什麼？是奉旨的台橋者嗎？咁呢個咧，其實就係藍鳳凰講嘅，就話陳浩天喺 live 咧就講話叫人忘記政黨嘅過去。咁啊 ，Sam 有就聽陳浩天，我有聽啊。咁佢就話冇講過呢句嘢，冇講呢句嘢。我真係我唔知佢點樣可以都我唔知係咪叫斷章取義添。我覺得係捏造事實添。嗯啊。你可以话我听漏，我唔知有冇听漏啦。总之我系足本听晒咁滞嘅，我唔知点样扭成话陈浩天讲话忘掉咩咩咩政党以往嘅所作所为啊。嗯，吓、啊，我就唔知系唔知系边度听翻嚟嘅。唉，即系其实咧，我讲我即系我可以大胆咁讲咧，喺呢次闹交里面咧，我哋三个最公道啊。系啊，我哋真系好公道啊，真系。我真系好公道。我哋有几时讲错？两边都唔帮，我两边都闹啊！我其实我真系好嬲啊！我咧，我经过咗呢几日之后咧，我系觉得好嗰啲好无奈嘅感觉咧出晒嚟啊！即系做我哋三个由之前帮黄杨达去助選係嚇，咁啊幫黃毓民，咁即係我哋冇直接係冇直接幫黃毓民啦，都喺都周圍同人拉票啦、啊啊哦。我哋換嚟而家有乜俾人笑啊？俾人笑，喂！我咧俾人笑都冇所謂啊，即係我忍辱負重，我 OK 嘅，係咪都唔忍辱都忍辱咗咁耐啦。但係我忍咗，你哋做啲咩出嚟啊？忍咗幾個月，唔係最主要係。即系你话俾我听，你往后条路应该点行啦？系咯，喂，陈浩天做嘢又闹，系啊，唔做嘢嗰班，即系嗰啲咩热酒仔队嗰啲咧，唔知做乜，咁做乜？又唔知做乜？即系你，喂你我系你哋做嘢啊？咁即系就系黄月达嘅讲法嘛？俾你知道佢做乜就大捻镬啦，系啊，狗仔队。喂，咁你喂咁冇得输喎？讲呢句系啊，冇得输喎。喂，佢阿民族党。即系陈浩天啦、啊，陈浩天系召集人嘅啫，佢冇做嘢嗰时候，你又净系话呢个净系识咗清明声明、嗯，香港中立党其实净系串鸠呢个民族党噶嘛，香港中立党陈四搞嘅，同佢讲啦，系啊，好啦，而家谂住搞集会可以凝聚翻大家支持者嘅士气啦，吓、啊、咁到最后搞唔到就话人哋。点样去破坏咗往后啲集会嗰、那个嗰、那个申请啊乜都好啊，即系又俾藉口中共点样去更加去打压啲本土派嘅人士啊之类，喂，搞又死，唔搞又死，搞唔到你又耻笑，点算咧？即系譬如我哋以前、啊、到专场啦，又话呢个咪去翻屌大陆大学论坛咁样。点捻样啊，大佬啊！如果转场去到大学论坛，跟住陈文就话：我早讲咗啦。系咯，又系又老师又中。老师又中。O K 啦，如果夹硬真系搞好多好多抗争者被抽拉咗，你又赖鸠阿陈浩添话推啲抗争者去死，仲要话咁样做咧？搭的士。系咯，喂，跟住连搭的士都笑，咁唔系点啊？唔通搭地铁啦？唔系嗰时嗰一刻有炸机车过去围埋去搭的士走冇冇飞啫，根本你选择得走啊，佢哋就已经系咁讲个剧本已经写捻好晒噶啦。喂，你知唔知我哋以前我哋好捻憎左交嗰样嘢就系咩咧？屌你老尾讲乜捻你都唔啱嘅，刘慧卿咁样啫嘛，乜捻都唔啱嘅。喂，讲真，你话陈浩天佢咩搭的士走俾左交笑，我觉得 O K 噶，你大家路线唔同，你咪笑够笑饱佢咯，系咪先？但系你热狗。陈云等人，你耻笑我都真系好无耻咯！成件事系你可以选择唔出声，行埋边咪算捻数咯。你或者你一句话，我唔支持香港独立，系啊，我反对呢样嘢，所以我唔中意陈浩天 ，O K 噶，冇、OK、问题噶。我听翻我哋嘅节目，我听翻嗱、啊，我即系老师有中啊，我哋老师有中，老师有中。当日我同 Billy 喺度拗，喺度拗，屌你阿妈永续基本法同港独系咪即系港独？吓、啊、吓。啊嗱，嗰日我哋都闹啦，闹系啊，系啊，好卵耐啊！我发现咧，好无谓我哋两个突然间，喂，
但係我都仲好記得陳雲有一日佢喺個 status 度講咩？永續基本法咪即係港獨啦！佢系咁讲，我可以凑翻出嚟。郑松泰都讲过嘅，系啊，咪系咯，屌你老味！喂，即系其实唔好住先，唔好住先。嗱，我哋咁样讲咧，唔系净系讲，我哋即系唔系净系企喺黄毓民嗰边。系黄毓民嗰边都好多唔啱。系啊，咁但系咁啱，而家就系而家我讲，我讲住你啲单先啦，我讲咗你啲笔先啦，系嘛？即系。我哋嗰日我都仲好记得，我哋喺度拗，屌你老母全民制憲嗱 ，Billy 嗰几日因为我有听翻啊，嗰阵时我哋嘅节目，呢几日我都系听翻啲旧节目。你 Billy 话明明永续基本法，永续基本法全民制憲，全民制憲先噶嘛，咁你全民制憲啊，你点永续基本法？你本身呢两件事有抵触，但系我唔认为，我唔认同佢呢种讲法，因为喺我嘅心目中系咩啊？你。我唔理你行港獨路線又好，嗱，港獨路線有好多種方法，咩廣場制憲啊嘛，屌你媽，你自己講嘅，係嘛？當日你教我噶嘛，廣場制憲係一個做法，啊話咩？咁好啦，黃毓民話全民制憲，又係一個做法。咁你好啦，到之後你話修改基本法、永續基本法，喂，其實都係一個方法啫，係一個方法，並不是就係話我哋必須要行呢一度，你唔行呢度想，喂，其實咁講真，如果你話真係修改基本法，喂，你民主黨提出啦，修改基本法第45條啊，我贊成，屌你咩？以前劉慧卿嘅前線一早講咗，咪係咯，我贊成啊，我梗係贊成啊，你依家好啊，你屌你咩？你叫阿羅建熙出嚟講一次啊，我贊成啦，即刻做，快啲做，如果罗建熙话要修改基本法，咁啊陈文又扑出嚟啦，我就讲咗啦。喂，唔系佢话你抄我，系啊，抄你啊，我真系好戥你唔抵啊。之前咪讲咗。系啦，啊，我戥你好唔抵嘅陈文，啊，但我支持啊，大佬，我冇理由因为佢讲我唔支持噶，系咪先？咁我咪变捻咗废土。咪而家唔系咧，避开话，喂，而家唔系话避开话，喂，陈文讲我嘢，我唔可以讲啊嘛，咪系咯，冇问题喎，成件事，我认同你嘅政纲，我运用你嘅政纲有乜问题啊？冇问题。咁然之后，喂，黄毓民嗰边，咁其实我哋咁样，我有睇《城邦论》，咁系咯，冇问题噶，系啊，唔系，其中唔系讲真，你话而家香港呢个困局，你任何一个有能够可以改变而家香港呢个时局嘅话嘅任何个 option， 我都 buy 嘅喎，其实我都，我觉得即系我屋企民族论我有。城邦论我有嘅，咁黄毓民嗰本全民制憲我都有嘅，我都睇晒，咁有咩问题啊？系啊，总之我哋个宗旨一个啫嘛，就系反共啫嘛，系啊，即系当然我打倒共产，即系当然我最终我希望我嘅主张系港独啦，呢个系我嘅主张嚟，呢个我主张嚟，我个终极主张嚟噶啦，就系但你个核心就要反共啊嘛，你唔反共你点样港独啊？系咪啊？陈浩天年宵都冇得摆啦，即系摆系咯，系咯。然之后，你黄毓民呢边又走嚟同我讲喎，你大太监又话喎咩啊？永续基本法，我由头到尾都唔捻讲永续基本法，我由头到尾我讲全民制憲噶嘛，屌你老母，唔系一样嘅咩呢件事？仆街，你玩我啊？唔系一抽嘅咩？唔系啊，系啦，唔系一抽嘅。如果你话分开，咁你一种系啊？如果你分开嘅话，就当年就唔应该结盟，唔应该同盟，因为分开选。系啦，喂，就算你而家你同我讲，唔系，我系讲永续基本法。唔系，我系讲全民制憲。一讲呢啲嘢，十一讲啊。唔系，我系讲全民制憲嘅。咁你永续基本法系点啊？唔系嘅。如果你当初你五港选咗入去，咁如果系点咧？咁搞啊？喂，咁啊，修改基本法，永续基本法咯。如果我哋黄咗埋出嚟讲，唔捻得咁啊！你黐捻线。全民制憲，咪先？你话所以而家解释翻转头咧，就好难说得过去噶啦。系你两边都喺度乱交咁讲噶嘛？喺度，你为咗闹交。所有嘢都只系为咗闹交，咁咪去到最嬲尾咪苦咗我哋咯。系啊，我哋嘅心机，我哋嘅努力，我哋咪白费咗咯。白费咗就系，屌你谂咩？佢咪就系喺佢哋啲人眼中，屌你阿妈你啲咪垃圾，苦捻咗你咪走啦，快做港珠啦！屌你，我一早知系咁，我做港珠啦。你又唔叻？喂，叶普成系唯一嘅人类啊！唔系啊，同埋你好鬼死啦！叶倾城啫，叶倾城系唯一嘅人类，唯一嘅人类啊！你好鬼死啦！唔系，同埋我哋即系我哋所唔开心，我哋都系为咗香港嘅将来而唔开心。我唔系话纯粹因为你嗌交而唔开心啊！喂，讲真，你咁样两队嗌交，对成个香港嘅前途有咩裨益啫？冇噶喎，到最后苦咗都系每一个香港人。即系我唔系话讲到你哋好伟大咧，其实。咁其实你两方嘅阵营都系喺即系
本土論述上面都有一定嘅基礎。係啊，咁你就打交，你睇下而家嗰個，即係你冇行動唔緊要，有啲嘢唔可以停噶嘛。你去可能係啊，你冇或者係深化啲自己嗰個論述啊，咁你一定要繼續噶嘛。有時你即係就好似你依家好啦，你依家你熱血公民。佢系话要政党化噶嘛？系啊。咁你政党，你作为香港嘅政党，你无可奈何，你梗要出街筹旗噶啦。系啊，唔系你做地区中工作冇问题啊。系啊，系啊。就你揾陈道做就啲做啦，系咯吓。你揾末日郎做可以啊。啊，我冇意见啦，系嘛？喂，屌你妈！你揾陈道做，你揾陈道去帮老人家量血啊！你个卵样又肯去喎。嗯。呢下就抵死啦嘛。我觉得佢哋即系热血公民冇睇呢个聪明人笑死朕咯。佢哋话咧，我睇捻咗先咁做嘅。哎呀，我真系我咁就恐捻报啦呢本书，我好怀疑咧，全个地球嘅聪明人类得两个嘅啫。系啊，得黄杨达同埋陈秀慧咯。系，仲有陈云。啊，我以为你讲陈云同黄杨。唔系咁，我正想同你讲，仲有陈秀慧啊。咁三个咯，三个咯，好未啊？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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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明人类啊！聪明人。唔系真系好气馁啊！真系有时气馁啊，系啊，真系好为我走去出席个民族党嘅集会啫，大佬啊！哀悼香港沦合二十周年啫，你唔觉你难道你觉得系庆祝？你唔觉得系哀悼？佢你咁都插？你即系佢咪就系觉得就系喂你哋即系佢哋依家佢哋本住个立场系咩啫？其实喂，我讲下当初咧，佢哋成日讲话咩本文清本文清咧，我一直系以为讲系本土民主前线同青年新政。原来个民系代表民族党啊！我讲真，我真系最近先知道，我最近睇到有人咁讲，我先啊系咩？因为我成日以为咧，民族党都已经喂屌，已经独立一个，佢系啊，佢弱势到咁嘅地步，你有咩俾你屌啫？其实真系冇嘢，我真谂唔到有咩俾佢屌啊！你话佢论述又唔系话好强啦，嗯，即系佢本身佢冇一个好强嘅论述摆出嚟，因为本身佢嘅人唔系好多啦，支持者又我又睇唔到啊！隔篱一个我系支持，唔系啊，但系即系佢唔系嗰啲有动员能力嘅支持者，即系见到一个，佢唔系行动派咯，系啦，佢系仲系停留于啊，而家慢慢去 build up 啲支持者，或者做多少少论述，做多少少文宣，系嗰只。不过进度就比较慢啦。你真系资源不足啊！真系好老实，系我理解呢样嘢喎，呢样嘢。你点同阿黄毓民一声令下就哇？唉，依家千人唔止啦，而家得啦，我梗系讲以前啦，今时不真系不能往日啦，即系你谂下，连民族党都可以俾佢哋所谓嘅清算，咁、嗯、你点能够唔无奈嘅？清算埋我哋啦，唔系我觉得好噶，清算埋我哋死心啊嘛，唔系噶，死死地噶啦，即系我对呢个即系之前叶宝成嗰个联盟，我系唔会再有任何寄望噶啦。啊！即系都唔会谂住哇，嗱谂啊，哇！以前上年本土派嘅气势如虹啊，亦都唔会再有任何嘅想象。喂，好伤心噶，我哋跟咗黄毓民咁耐。系，我早记得喺选举嗰阵时候，我哋嗰集节目，我有讲过啊，我啊真系我好妒忌黄杨达，系嘛？有咁嘅师傅啊！唔系啊，又唔系有咩师傅，即系佢的而且确佢系做咗好多我想做但我唔敢做嘅嘢。O K， 系嘛？我当时我喺节目度我都系咁讲。啱啊！有人话而家搞到边边不是人。系，咁啊好咯，咁啊好咯，好似我哋而家嗱，咁依家诶，即系坐喺屋企呢啲咁嘅大时大节，坐喺屋企最舒服啦。系啊。啊！咩咩都冇搞，系嘛？啊，玩下女啊，算啦。唔系啊，依然黄毓民嗰句讲得啱噶，韬光养晦，休养生息。我唔捻陪你哋癫啊，黐线嘅！你哋闹交，我又要走去插手买一份，我冇唔得闲。咪写下书咯，即系我只系即系有能力嘅人啊，咪写下书，咪叫写下香港前，即系有关于香港前途嘅书咯。嗯，系啊，咁我哋呢啲冇能力嘅，系啊，我哋系啊。我哋呢啲系咯，冇学识吓，冇能力，冇能力嘅人咪吓，咁唯有对你有啲寄语嘅啫。尤其是后生一代啦，即系你话嗰啲几间大学嘅学生会嗰啲年轻人系啊，即系俾心机咯。即系我嗰日去民族党个集会，佢哋有一两个讲嘢几好嘅，咁其有啲都要有待改善咯，系啊。
幾好嗰個水平其實都唔係咁好。係啊，即係你相比較阿John好啲。係啊，我話你，我話你知，我有我都有。咁當然冇得比啦。阿John係好啲嘅。係啊，當然冇得比啦。即係佢哋都有多啲練習啦。唔係呢個要磨練嘅，我明白嘅、嗯。我以為、啊、我以為我淨係最攻度嘅添。你最攻度嘅、啊，你係最攻度。隔離喺度啊！隔離講啊，頭先。我最攻度啊！我仲未清算你嘅，咁啊，唉，好啦，咁啊，之后咧，咁啊，喂，谂啊，讲起正经事，咩、啊？你讲起咩？哦，啊 ，OK， 啊，系，呢个想讲啲咩先？呢、這个劲喎，呢个劲，你讲住呢个先。咁啊，呢个其实呢个最震撼，呢个系最大件事啊嘛，呢个最震撼嘅。啊，六月三十号啦，咁啊，呢个英国嘅外相啊，啊外交大臣啊，约翰逊啊，即系个头发乱晒，大系啊，俾水泡屎嗰个，唔系陶君系咩？咁啊，约翰逊咧就话啦，英国对香港咧同埋呢个中英嗰啲叫俾花洒射，咁样噶，或者俾水淋咩？系俾水淋嗰啲叫做。咁啊，英国咧对香港同埋中英联合声明嘅承诺咧，同二十年前一样咁坚定噶。咁咧，但系咧呢个中国外交部咧呢个发言人啊，陆康啊就话，被问到啦，咁样有咩回应嘅时候咧，咁啊。佢就話啦，咁香港回歸二十年啦，而且係中國嘅特別行政區啦，香港嘅事務屬於中國嘅內政。中英聯合聲明咧，作為一個歷史文件咧，唔再具有任何嘅現實意義，對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嘅管理，亦都唔具有任何嘅約束力。英方對回歸後嘅香港咧，冇主權、冇治權、冇監督權，希望上述人士認清。好啦，即係叫約翰遜收爹。系啦，咁好啦，即系以后，咁仲有嘅后续嘅，咁啊，不过咧，英国嘅外交部就回应，中英联合声明咧系有法律约束力嘅，喺呢个联合国有记录嘅，咁啊，中英联合声明咧今日同三十年前签署嘅同样有效，而且会继续生效，咁又强调英国作为呢个联合签署国咧，咁啊有责任密切监察中英联合声明嘅实施情况。大胆，要同中国讲法律，真系大胆，真系黐线，真系大胆啊！即系你英国人，我以为你大人嚟嘅添，又大胆又天真，咁戆鸠嘅你啊！同中国人讲法律啊，咁咧 ，too simple， 亦都有一个后续嘅，咁咧同一日嘅下昼咧，咁呢日系上昼讲嘅。咁同一日下昼咧，咁中国外交部嘅发言人陆康嘅就系同一个人啦。咁咧就要求呢、這个。印度咧就遵守1890年签署嘅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要求印度立即将呢个越界部队咧就撤回呢个印度嘅方面。有人遵守合约咧？啱啊，合约精神又好重要，系啊，好重要噶，好重要噶。即系以后仲话一带一路。你敢唔敢同中国签？唔系佢做大佬嗰时咧，啲合约咪重要咯。如果双方平等咁签署咧，咁就历史遗物嚟噶啦。即系如果你大家仲觉得就系话即系譬如我讲大啲先啦，即系依家你喺地球上有咁多国家系嘛？即系如果你哋依家先嚟后悔，屌你咪当初我系有份养捻到中国咁捻大噶，后悔咧。系嘛？后悔咧，咁然之后，喂，你帮我插呢个俾，呢个插嘅，系嘛？依家可能你会觉得好啦，后悔啊。与此同时，喂，其实老实讲，中国嘅座大，你，系啦，个掣喺顶啊嘛，我呢个电话，关闭，哦，都得，系咪？我开始使唔使揿掣噶？你呢个唔使噶，真系，系啊，有啦，而与此同时，喂，屌你阿妈，我哋作为星斗市民，喂，我哋真系要喺，我哋要。主动啲去揾方法去抵制中国任何中国嘅嘢，我哋都要諗办法去抵制佢囉。喂，如果唔係你哋咪就係有份做大中国嘅其中一个。淘宝啊淘宝啊最简单。係啊係但最简单淘宝啊咪都电埋。我唔记得大牌唔记得大咪。係啊淘宝啊。咪后面有冇人淘宝嘅出去过嚟讲两句。有啊有啊。有冇、啊、过嚟讲两句。即系尽量唔好啦，尽量唔好啦，尽量唔好淘宝啦。你坐大咗中国呢一个怪物啫嘛，其实，系嘛？大家都有份嘅，
系嘛？你又唔好话咩中国唔收税？喂，屌你阿妈！你哋有份做大佢噶嘛？系咪先？同纪安一捻样？喂，我最近咧，我发觉咧，我睇我，因为我仔最近好中意睇哆啦 A 梦，叮当个女一样。系啊，我冇办法啦，呢、這个唔系呢个藤子不二雄嘅遗愿，系嘛？我哋都要尊重嘅啊！哆啦 A 梦，我女叫叮当啊！叮当，叮当系有一个插香港插画家嘅一个。系一个作品嚟嘅，系你咪送咗件叮铃衫，佢好中意，系嘛？叮当叮当咁系用指住自己肚腩。哆啦美，我仔开始认得啦，黄色嗰只叫哆啦美，啊，蓝色嗰只叫叮当，好搞笑。诶，蓝色嗰只叫哆啦 A 梦咁样。咁啊，你发觉你如果你睇叮当，你依家睇依家怎卡通片嗰个叮当，唔系讲，因为佢嘅人物嘅设定咧，同电影版嗰个其实争好远。系啊系啊，你电影版嗰个咧，你会觉得佢哋五个咧 friend 嘅，系 friend 嘅。但系其实如果你睇翻普通电视版嘅内容咧，佢哋五个咧冇乜交集嘅。如果你一有交集嘅时候就系、是、出事系好冇啊，错过。如果你有追开嘅话咧，你觉得既胖虎，胖虎根本就黐捻线嘅。根本就神经病嘅胖虎系，系捻人都打，屌你老尾，系捻人都打嘅，系嘛？喂，而我想讲系点解啊？点解？喂，你老母你叮当大雄，你哋呢啲有份坐大记坐大胖虎噶嘛？阿福啊，仲有阿福啊，仲阿福啊，系啊，系你哋有份坐大胖虎，系你哋搞到胖虎咁样样噶嘛？屌你咪点解咁捻样喺个社区度纵容一个黐线佬就周街打人都有嘅，几捻危险啊！系咪做拉捻咗胖虎坐监咧？应该黐捻线噶，啊！所以咪就系咧，你哋有份去坐大呢一只怪物噶嘛？好啦，到依家呢个怪物横行无忌啦，吓、你又话咩啊？英国佬靠唔住啊，懦弱啊，然后就出卖我哋啦、啊，然之后又喺度净系识喺度讲话咩？中国讲法律啊，黐个线，系你有份坐大佢嘅，啊，系你有份佢变本加厉，越嚟越黐鸠线嘅。就系咁咯。其实而家你着约翰逊咧，即系相隔呢个沦陷二十年咧，先讲呢番说话咧，其实冇乜实质意义噶啦、啊。其实如果即系当佢强硬啲咁样，即系中国咁样讲，其实英国可以当佢单方系啊委让啊嘛，其实可以即时收翻香港啊。系即时收翻九龙同埋香港。哦，因为割让嘅，嗰时系割让嘅。香港都系割让嘅，咁啊。因为是呢、這个北京条约啦，系啊，南京条约就割让割让香港岛，系啊，北京条约就系九龙半岛，割让九龙半岛，都咁之后再追加就系呢个九啊九年租借新界嘅，系嘛，趁个辽宁号嚟咗香港，就错啊！喂，可以讲两句辽宁号，咁咧辽宁号咧上去咧，唔系指责嘅咩？咁佢本身咧，佢叫瓦良格号嘅。打少呢本书。系咩啊？咩书啊？哇！咩嚟啊？呢本我都有喎。啱啱开始睇呢本书，就系其实一个英国人啦。咁佢喺97将即将所谓嘅回归嗰时咧，就写咗呢本书，就讲翻一个。佢作为一个大英嘅子民啊，系点样睇香港殖民地呢样嘢？系啦，嗱，我喂，咁你又介绍先，我又介绍先啦。咁我介绍一本讲时间嘅，系咪？咁认清香港历史咧就好紧要嘅，走开。你佢讲得好好噶，认清香港历史即系有记忆嘛？点解有记忆？因为有时间你先有记忆。系啊，冇错，系啊，冇错，系啊，真系。大家唔系你讲埋先，我讲下。冇啊，即系大家睇到啲书好紧要啊，即系唔好再沉迷呢啲，沉迷落去闹交嗰度啊。即系你可以睇，但你都不忘要增进翻自己吓嗰、个知识。唔系，即系我又嗱呢样系真嘅，我又觉得系话喂，屌你老尾，如果啊。你哋呢啲即係好似我哋呢啲其實唔關事嘅人啊 ，OK， 記住，即係喺佢哋眼中，即係我哋唔關事。應該咁講，喺佢哋眼中啊，我哋呢啲唔關事噶嘛，係嘛？佢哋鬧交鬧到講啦，我哋呢啲唔關事，我哋受害者嚟，但係我哋就係唔肯睇啊嘛，嚇！我哋就係唔好撚睇佢哋啲咩鬧交，係嘛？等佢哋自己 feel 下啲佢哋咁樣喺度哔哩吧啦嘈嚟嘈去，幾多戇鳩笨柒咪得咯？係啊，今日陳秀慧有封恐嚇信啊！我覺得即係之前咧，我冇做一集咧，阿 John 講得啱嘅。喂，你哋鬧完就同我哋交代啦。係啊，要好咁俾翻個交代我哋。屌你老味！
冇啊，恐吓信冇啊，冇交代啊，冇恐吓信，诶，恐吓信，你又有恐吓信，佢又有恐吓信，系咯嗬，啊，你啊可以俾人恐吓嘅，我听日寄封俾你先，我下个礼拜攞封俾你，唔系冇噶。大家受下咯，咪系嘛？难道你陈秀慧，你又觉得，哎呀，肯定黄忠文记噶？你够胆，你咪咁讲咯，系咪先？哎，佢一定同佢讲，我冇讲话黄忠文记啊！你哋呢班人就乜啦啦啦啦啦啦！系我哋唔好讲呢啲啦，咁啊，讲翻呢个辽宁号啦，系嘛？辽宁号做咩咧？咁啊，辽宁号咁啊嚟咗香港啦，系咩？系咩？系咩？系诶，未到嘅应该咁以我喂，沉还沉啊！辽宁号断咗添，断咗唔紧要啦，再跟住之后再讲多一个啦。线路不佳啊！屌。啊，继续讲啊！唔系啊，喂，辽宁号沉还沉啊！你唔好喺维多利亚港沉啊！唔系想去边度沉啊？吓、啊，总之就唔好去香港海域沉。我理得去边度沉啊？沉就沉紧噶啦，我就唔好嚟香港沉。屌野蛮啊！唔系啊，我惊我哋要先打捞啊，大佬。喂，大佬啊，唔知有冇毒噶只舰？你用埋啲咁嘅材料，点啊？点知有冇毒啊？中国制噶喎，系咪中国制嘅辽宁号？咩啊？中国呢个辽宁号系俄罗斯制嘅喎，以前俄罗斯制嘅。咁啊，佢个名系叫做瓦良格号嘅初始。辽宁号好听好多。瓦良格号咁啊！我之前我咪同阿女上过去一个俄罗斯嘅战舰嘅，佢都系叫瓦良格号嘅。系。咁啊，同名嘅。咁啊，跟住之后我 share 个 WiFi 出嚟俾你咯。再啦。咁你公司 WiFi 唔得咩？你继续噶啦，继续讲啦。吓咁啊！跟住之后，咁啊，跟住之后，咁啊，今日又睇到啲新聞啦，咁啊好多人去排隊啦，排隊上船啦，咁啊，哦，好特別一樣嘢，我上一次上去戰艦咧係可以影相噶嘛，周圍影都得噶嘛，係，哦，佢唔俾帶相機，軍事機密啊，有幾機密啊，你識咩啊？你有幾？除非啲嘢係假噶啦，嗱嗱嗱，我唔准你咁講啊，嗱嗱，遼寧號唔會係假嘅，等要話曬咯，蘇聯制要有 live 嘅時候等我講下先。除非呢样嘢系假啦，你重新再讲过咯。重啊，点啊？你想讲咩啊？我想讲辽宁号咯。吓吓咁啊！辽宁号啦，咁啊上去啦，咁今次好特别啊，唔可以带摄影器材啊。系吓，唔影得电话喂，电话都唔得咯，真系系嘛？唔知电话得唔得？因为我冇去睇。唔系，佢一定全程有人夹住你嘅，你又放心啦，夹住你，你一影我咪屌陈你咯。咁啊，点解唔俾影咧？因为我之前同我女上过俄罗斯一个战舰啦，都系叫瓦良格号啦。吓嘅时候系可以影相嘅，系冇问题嘅，周围喺甲板度行嚟行去啊，咁样影相都 OK 嘅。咁除非佢啲嘢係假囉，咁咪唔俾影相囉。因为如果一影出嚟，其实睇到㗎，因为呢你喺北韩呢阅兵嘅时候呢咪影出嚟嘅。都係冇咗喎，嗰个 live。个 live 冇。头先嗰个。佢轻咗。哦，唔紧要，我哋有咩嘛，我哋有 podcast。冇办法啦。怕啦。咁跟住之后冇即係北韩阅兵㗎嘛。咁其实呢喺透过相片或者透过一啲 video 呢可以睇到呢，其实个支导弹咧系真定假嘅，就俾人踢爆咗。原来俄罗斯唔系北韩咧系有啲假嘅导弹摆出嚟，就扮嘢。诶，唔系会有嘅原来，就扮嘢系扮嘢。所以辽宁号点解唔俾影相咧？就可能系咁解。即系哦，即系入边系个假嘢。中国人，中国人有句说话都未必冇，未必有错嘅，真系。即系三板冲炮艇啊，系啊，真系极有可能喺现代真系一个好好示范例子啊。系，即系其实依家咪就系咁咯，永远所有嘢咧，明明简简单单可以做得好好睇睇嗰啲咧，啊老冯做得混混突突嘅，啊，因为本身佢即系叶宝成闹交都系咁样啫嘛，系嘛？明明本身好地地，喂嗱呢样，喂我真系想讲咧，呢啲嘢真系没有谁比谁高尚嘅，你老尾好地地七一。你慶回歸，你慶回歸啦！你老母，你慶回歸嘅，你唔使喺當街度喺度屌鳩人，喺度惡屎能登，又要打人，又撚又剩嘅，係咪先？好啦，然之後你哋呢班搞抗爭嘅，屌你老尾，你遊下行咪算撚數啦！屌你老尾，你壓個金紫荊廣場，咩都唔知為乜撚嘢，係嘛？然之後有幾個咧行出嚟俾人打咧，到咪哇鬼叫！到頭來咩？屌你咪幾條爪痕，你老母冚家產，你話即係話咩俾人打喎？屌你咪，你系咪每人人咧做嘢都系做捻到古捻灵精怪，冇样嘢做得好好睇睇嘅。咁你落嚟香港屌你妈，你行下咪行下咯，仆街。老实讲啊，你真系想你嚟行下，
你真係想落嚟行下，第一你又唔使话我知啊，第二你唔撚使封路封撚到咁啦。嗯，封咗封路咁你都行唔到。唔使喂，老实讲啊，你习近平啊，嗯、我真係当香港会有人恐怖袭击你啊，好未啊？你死撚咗咪好咯？唔系啊，同埋真係咁你就正式解放军就可以大条道理杀入嚟香港，你咪嗰啲暗杀你嗰啲人咪收得皮咯？但系唔想死啊嘛，有乜所谓啫？你共产党唔，我哋惊，我哋惊话冇所谓咧，就系咁习近平唔想死啊嘛，冇捻所谓噶，屌你老尾，你搵个假嘅落嚟咪得咯，你又知呢个系真，呢个系真噶，咁啊，我今日咁尴尬，咁尴尬啊，咁尴尬啊，好啦好啦，系点捻讲，系总之点样，成班人都黐捻线，唉你老尾，哎。讲下啲实际啲啦，正经啲啦，切身啲嘅问题啦，民生问题啊，拜登 agenda 又讲，又讲，系啊，快啲啊，快啲啊，又讲。啱啱，寻日有咩事发生啊？寻日就Hidden agenda 有个叫做rehearsal show，rehearsal 嘅一个活动。啊，咁啊，其实系个名叫 rehearsal 啦，其实实质都系一个表演，一个 band show， 一个 band show 嚟嘅，不过就就冇收费嘅，因为如果收费嘅话，咁可能就会俾又拉又会又会有啲食环署人嚟拉，话佢呢个冇娱乐牌㗎啦。咁又主要系主要系做咩呢，就系、是、做个走火警俾政府睇嘅。主要就话、哦、即系因为其中一个消防条例都系一个工厦其中一个消防部门会搞起一个问题咧，就系、是、一个防火走火通道嘅问题啦。系啊，咁之前系啊，有啊有呢个佢系咪出 POPO 啊？咩 OPOP 啊？系啊系啊，我见到啊，第一队、啊，第二队佢迟咗嚟啊！屌，迟到，迟到啊，迟到，屌啦！本来出第一队噶嘛，你系咯，见到温登系第一队嚟噶嘛？吓？系咯，搞到我第一咯，屌！我第一队啊！啊，嗰队你玩嘅耐？系啊，得呢啲咪后讲啊！系啊，等下先讲啊吓，讲埋自己嘅先啦，好晏啊，快啲啦，眼瞓啊，眼瞓啊，好晏啦。咁主要讲呢、這个即走火通道嘅问题啦。咁啊，呢、這个 H A 嘅负责人咧就想系借今次嘅所谓嘅彩排啦，即系乐队个彩排啦，就叫啲观众过嚟，咁最好就越多人越好啦。咁啊喺呢个人多嘅情况之下，用几多时间去走火警呢？因为之前谭文豪议员咧都尝试都喺个 H A 同埋喺几个地方咧就尝试喺唔同地方就走火警嘅，前门又试过，后门又试过。咁啊因为始终而家Hidden Agenda 就喺地下啦，咁所以就佢无论去喺呢个正门或者系后门走火警咧，所需嘅时间都好短嘅啫。系反而喺嗰啲咩牛头咩牛池湾嗰啲文娱中心走火警咧，都要一定嘅时间，因为始终流程比较高少少啊，所以就想话俾有关当局听，其实呢个消防嘅安全问题并唔系一个大问题嘅，纵使系好多人喺呢个睇 show 的话，万一有啲乜嘢啲火灾问题咧，其实如果疏散咧嘅时间都好快嘅啫，系啊，都唔系一个大问题嘅，主要系你可以话做一场 show 啦。因为我都见到有啲相关嘅媒体都有嚟报道，亦都有外媒啦，有外媒嚟报道啦，有我见到有捞嚟拍片啦，捞 TV， 咁往后我唔知佢会做一个特辑啊，定系会有啲咩相关嘅报道啦，咁我唔清楚啦。最主要我觉得系有外媒嚟都几紧要，因为你，我觉得你今次呢、這个，因为呢个系我觉得系同谭文豪嗰、那个佢嗰、那个。佢嚟緊可能會有啲行動啦，喺立法會度配合翻啦，配合翻。咁因為你因為坊間依家其實你唯一爭拗嘅地方就係、是，喂，點解我要針對你 Hidden Agenda 啫？因為你嗰度危險，其中一個原因，因為佢係冇人係會行出嚟同佢講，因為淨係你個名都夠我打下你啦 ，Hidden Agenda 係咪？即係你冇人會咁講啦，係啦，冇人會咁戇居咁講噶嘛，係嘛？你林鄭月娥試下咁講啊嚇，嗱咁我冇你符啊，係嘛？咁但係你正路你唔會咁講啊嘛。我依家就只能夠從呢個安全，我唔發牌俾你係為你好。嗱而事實上好似你上一次譚文豪嗰條片入面話咩佢示範一次逃生
嗰個通道嗰個時間嗰條片入邊係有啲撚樣走嚟挑機啊！嗯，嚇、啊，喂，即係嗱你。所以我就又一次證明，屌你老尾，你網上面理性討論是失敗的嘛？嗯、譚文豪呢啲夠撚理性啦啩，討論呢個問題係係嘛？你到台嗰啲咩啊？你有冇真係遇過火警啊？真係遇到火警嘅時候，係咪真係你而家講到咁撚輕鬆啊？咪就係咯，喂，大家都遇，你都未遇過火警啫，係嘛？咁如果以呢啲咁嘅人嘅講法，喂，咁唔使，喂，咁唔使做火警演習啦。係啦，屌你正式火警嘅時候，你唔會咁撚冷靜逃走啦。係，最緊要就係咩？所有嘢都唔撚可以燒得住。咪咯，有。喂，然之後佢又同你講咩？喂，你唔俾樓上樓下有危險品咁點算啊？嚇、啊？如果你有危險品咧？啊！如果真系爆起上嚟咧，系咪十秒钟？你边度教你走啊？即系你真系拗呢啲，咁呢啲系咪？啲系拗呢啲系多捻鱼噶嘛？其实系，系咪先？你问下你屋企，你屋企都唔安全嘅。如果用你呢个标准，系啊，你任何电器都爆炸啦。系啦，系你屋企你都危险嘅，系咪？用你呢个标准嚟讲，咁好啦。理性讨论嘅失败，嗯，然之后啱啱去到寻日嗱呢条片咧，就比较有建设性啦。啊！佢依家咧就因为佢哋提出咧就话呢个三分工下，啊屌啦，咪又食字啦，懒好笑。三分工下，咁佢嘅意思咧就系话谭文豪咧，即系佢又有个咁嘅建议啦，就话你喺呢个将工下，即系修改呢个工下嘅条例，啊、就话你要容许到就譬如系一个比例嘅系我哋搞艺术嘅。嗯咁啊，你就可以唔需要補地價啦，嚇、啊！我就我嚟呢個就我嚟俾一啲工廈業主嘅一個改變用途嘅誘因啦，就話你可以免卻嗰個補地價。咁好啦，咁又話咩？又話咩？要有一個咩防火層啊？唔係，佢主要係講到話即係從事藝術嘅有關於。即係有關行業，尤其是會開放俾公眾去參與嘅一啲單位咧，佢話盡量安排喺低層數嘅，就方便萬一有啲咩意外咧，就方便啲群眾可以疏散嘅。咁又有即係佢嘅意思就係話，佢即其實譚文豪意思就係佢有諗到好多嘅其他嘅一個方法，就你係觸碰唔到，即係你可以避免到去觸碰一啲比較複雜嘅工廈條例。改少少嘢，放宽少少，大家喺嗰个登记啊、注册啊嗰啲嘢嗰度就做多啲，咁咪可以相赢啊！系啦，即系大家都做一个非常之理性一个建议啊，系啦吓。咁啊，我都觉得佢嘅建议好啊，不过希望佢记得投票啦。系个 point 就喺呢度啦吓，你几大嘅几大嘅。建議幾好都冇用噶，係嘛？唔係啊，其實咧，即係你作為阿飛機師議員咧，若果你呢件事上面咧，真係可以幫到，即係工廈使用者咧，可以去打破呢個框框咧，即係你下屆你真係你揾錯啊呢個位，我可以同你講。其實佢我尋日都見到佢，我都見到佢，佢都幾有禮貌，佢有禮貌，有禮貌，佢同佢打招呼，係啊，有禮貌嘅，即係你見到佢都係即係。讲礼貌啊！依家又佢系唔系我即系佢个君子嚟嘅睇错系礼貌核心价值啊嘛，始终都系个读书人，但系调教你个女咩？八婆讲咩咁啊？调你唔会啊！因为我见佢好早见到佢啦，我点零钟已经见到佢出现啦。我去走嘅时候佢都未走，佢都喺度睇紧 show。唔系啊，我见到佢坐我对面食紧嘢，佢坐我对面食紧嘢。即係所以你話你話你咁當然啦。如果你問我，我會覺得有多隱憂嘅，即係呢個三分工下嘅呢一件事都會有隱憂。咁、即係其實係我又係要變相又登記好多嘢咯。呢、個亦都呢個擔憂，亦都係我哋之前有喺節目度講。係係係。咁呢個呢都叫做有得傾先。我首先第一步。其實唔係或者我覺得去到最嬲尾。即係其實都係維持翻我哋之前所講啦，咪變咗好似地鐵咁咯。係啊，係啊，有啲傾嘅，你可以帶樂器嘅，不過你申請咯。因為我覺得佢如果去到依家咧，如果真嗰件事真係可以再行多一步咁講啊，我當呢個三分工下呢個條例，你真係可以行多一步咁講啊，你就又係時候咧，大家咧要開始搬一啲底線出嚟。嗯。嚇、啊，即係譬如嗱，咁當然啦，你話我，譬如我搞 live house 咁樣嚇，咁唔通？屌你知依家有好多人係有好多人係好撚黐線噶嘛，係咪？即係好似劉小麗呢啲，係嘛？你做乜鎖我架車啊？你做乜係嘛？
拖走我架车啊，打压！明明你屌你老尾，你又签晒茶色玻璃啊，又成啲好咧，多啲咁嘅黐线佬噶嘛，咪香港嘅。咁好啦，你所以我就话你依家咧系时候咧，你当有咧，大家要预备一下先。嗯，嗰个嘅底线系喺边度吓？如果你话咩你都要登记，你又话呢样嘢啱到时又话啊呢、這个又啊登记咗咪得咯？如果嗰个登记多得啦，你又等俾陈文王坚击杀啦，你又啊系呢个意思嘅啫。嗱、啊，乐、嗯、观其成，老实讲，嗱、啊，如果你谭文豪可以凭即系喺呢个议题上面可以行多一步，你话我皆欢迎啦、啊。系咪？仲好好听，我好知，我实 support 你。唔系个大方向冇错咯，但系你好多细节嘢你都要慢慢参详。系啊，因为你始终你即系你站喺 HA 个立场，当然你呢个方案好啦。吓、啊，即系啊，系即系就好似。但系唔系话净系为咗 HA 嘅，系咯，我就话纯粹 H 纯粹 HA 出，但系你可能其他有啲可能你要登记嘅话就喂有啲我唔系商业从事商业嘅活动，咁其实当我纯粹系一个喂咁。夹 band 点算咧 ？band 房啊 ，band 房点算咧？系 ，band 房点算咧？我可唔可以登记咧？我可唔可以用利用 band 嘅名嚟登记咧？但我冇需要登记，冇成喎。我又攞我个名出嚟俾人参观噶，大佬。我个名我冇注册噶，咁点算咧？系有好多，系一定会有多问题嘅。但系就希望可以行多一步。与此同时，督促下你啲党友啊，行多一步都好，最紧要去投票。系啊，行多一步，行过咗立法会，行过咗，屌你咩？到头嚟一阵又话要，一阵又话要划水啊，要又呢样嗰样。屌你老味，又话唔捻，又冇捻你投票，咁啊真系得个饺字啦。咁啊，唔系，我觉得真系香港系好需要，即系我先唔好讲攻下呢成个咁大个咁大嚿嘢啦。即系我觉得你喺香港系一个。真真正嘅 live house 声系好重要的，系文化啦，系一个文化好重要嘅。如果唔系咧，你真系你香港会越嚟越系得一只生活，系啊，得一种选择，吓、你就系咪睇容祖儿唱歌咯，去红馆睇 show 咯，系啊，容祖儿唱歌。即系然之后如果佢伤风感冒就求其睇住黄子华先啦。其实政府系乐见呢样嘢嘅。啊，反而我 my control 啊嘛，呢个就系 my control 其中一种啫嘛。反而我觉得香港政府咧，即系呢个特区政府咧，冇咧中共咁醒。中共咧所有嘅嘢咧，好多嘢 NBA 又好啊，睇波又好啊，都系免费嘅。你娱乐你啊嘛，等你冇时间反政府啊嘛。即系你话点有咩时间？因为我睇完波啦，之后即系夜晚睇完波，睇西甲、睇英超咁啊，朝头早播 NBA 啦，睇完 NBA 又睇温布顿啦，边有时间睇其他嘢啫？跟住有好多唔知乜真人 show 咪真人 show 啊咁样，又嗰啲动画又买晒翻去啦，即系正版嘅喎而家，系啊买晒翻去啊，咁啊，我觉得佢哋搞呢样嘢醒过香港政府啊！而家中共感觉上有啲怀柔政策，香港又高压嚟噶，高压手段，唔系你高压唔到13亿人啊！系啊，高压13亿人咁啊大镬啦！系啊，你有几多钱啊？系，同埋佢哋又真系有钱啊嘛！你香港得翻，你香港得翻班穷卵，系嘛？屌，但系几多交税啊？唉，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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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